嗨，你好，明天罗斯生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觉得他应该还没那么快。我们可以在今天帮罗斯办个生日，我们就可以就不用画画这样。不行，应该我们不是为了庆祝他生日而画画吗？就是要认真画。那我们的主题是画生日蛋糕吗？那每个人都一样哎、欸。嗯，这样很这样无聊哎、欸。不会啊，这样就很有趣啊！人家拜托不要出那种罗斯生日什么蛋糕什么的题目，拜托。我也很怕，待会我们第一题都变成黑鱼迟到，所以待会第一题先限制一下。那我们可以先把那个互相的设定先人设先贴出来嘛，不然不熟。对啊，因为我会看啦，因为你们都不太熟的话，我今天就不会跑什么 YouTube 啊或什么那些那边那一块的啦。嗯，那我们今天可以画一点阿斯巴的东东吗？那个我们私下再玩就好啊。对啊，这表示凯吉他要跟我们再约一个私下场。没有没有，你在那边狗屁、哦、没有。那我们这刚刚已经录到了。可以啦可以啦，你要什么时间我奉陪啦。我不要说话了，超烦躁。哦，巧克白的吗？还没来，他是有先开吗？还是他不是先加进来吗？对，他加进来了，可是 DC 还没进。不行，他好像也还没开台。巧克白，哦，来了，哦，来了，来了。Hello，Hello， 我的声音 OK 吗？会太大或太小吗？没有。OK， 感谢。我上一次跟巧克白讲话应该已经快三四年前了。这么久了？应该有吧， UHC 同队。那真的很久了。很久，超久。然后我要先跟巧克白、非常对不起你一件事情。怎么了？就这一次的那个邀请的人啊，我不小心邀请到。每一个都是大大，他想要羞辱你画图很烂。就只有你跟凯吉是老、那个滑鼠，其他都是手绘板。哦，没问题啊，我滑鼠很溜，我滑鼠比手绘板还要强。你看他多，你看看看别人学校好不好？我没有滑鼠啊，你学一下他的心态可以吗？原来你有手机。好，然后那个黑羽迟到，不是他就是工作关系说要九点多了，那他也是滑鼠，可以等他九、到时候九点。所以我会有一个小时的被羞辱的时间。不会，你这三个小时都是被羞辱。哇，你的朋友人都好好。你们开播了吗？我已经开了。OK OK， 好，等你开了。啊，我们第一，我们先那个这里只有巧克白没玩过，所以我们那个哎、你开了我再讲好了。好，那我开咯。好好，可以介绍一下吗？怕他们听不出声音。我觉得人也要介绍一下，因为这次可能大家声音会比较不熟。对啊。OK， 开了。好，那我们就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我们就照着这个来的顺序，先大家就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让那个刚进场的人可以稍微听一下，这个人的声音大概是这个人。好，第一个，我是喵哈，下一位。嘿、hey, ，我是繁星。呀，下一位是按照哪里的顺序？你是巧克力、你左边，对，那个，对。懂了。Hello， 晚安，大家晚安，我是巧克白。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金。白金。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斯。我是大道，请大家来猜我，快点。他是大道。我是大大道。大大我是大道，请大家猜我。大都是一条大道。及格。那我可以在你身上游行吗？好，欢迎猜我。有100个罗斯在你身上流行游行。我的天。我怕。放马屁。再踩死我没关系。好，那我们这个画图游戏它我们主要是玩标准跟一样画葫芦，还有可能会玩一下秘密或三明治。那我先介绍，就是因为这边目前应该是只有巧克白没玩过，那我们就先来标准模式。那标准模式它有一点像麦块的那个建筑、就是第一个人先出题目，然后下一个人会抽到题目，然后就要画那个题目，画完之后他会传给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要去猜，就是打字，然后猜这题目，然后这题目再传给另外一个人去画，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玩的麦块的你盖我猜的那个感觉。
了解，这就是它的标准模式。那一样画葫芦的话，它从头到尾都只有画，就是你要跟第一个人先画图，然后下一家下传给下一家，下一家画出一模一样的图，再传给下一家，然后它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哇，所以我们要用滑鼠赶上大家绘图板的速度咯。没有，你只要那个画到精神有道就好了。好啊，因为这个时间越来越短，我们到后面的人也是不一定能画能呈现，所以就会还蛮好笑的。那秘密跟三明治等要玩的时候再讲。好，那我们就先来一个标准模式。那我们先稍微定个范围好了。要定什么？我先自爆，我几乎没有在看动画的。没事。好，那我们来画。我刚出生。不存在的生物如何？不存在的生物，像什么不就是宝可梦系列吗？那也可以啦，可以、啊、比如说什么尼斯湖水怪啦、哥吉拉啦，还有什么那个日本传说啊、哦，不存在的生物。哎、欸，所以是靠大家已知，但是它是不存在的，就是不能。你要画宝可梦也可以，反正就是不要画人类，然后它是不存在的。要大家讲得出名字的，对吧？嗯。也可以讲得出来。圣诞老人是生物吗？哦，好，懂了，大概大致懂了。那第一个是打字，所以大家先想一下，那个你们要打什么？都想好了吗？等，我查一下。等。好，不存在的生物哦。好，我想好了。好，有人叫我出 SCP 耶。那什么 ？SCP 有他。我知道了。确实 ，SCP 确实有一堆啦。蛮不恐怖的，蛮不存在的生物哦。存在的生物哦，哇哦。直接、欸、我们可以开 Google， 你可以旁边你可以直接 Google 打都可以查都没关系，允许作弊的这样子。嗯， Open Book， 对，我们是 Open Book。 我通那么难、你开始了吗？还没啊，还在想，还找答案，找题目，找题目。 Open Book 时间，存在的生物、啊、我也想好了。好，就差繁星。好难啊、哦、为什么有人写台湾人啊？白痴哦，台湾人存在好吗？地狱了吧。有人说女朋友这个我就没办法了。不存在。对于凯蒂来说是啦、啊、右手有啊，右手有啊。好了，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题。五颜六色的母鸡做梦，这算吗？他预设给我的，也是可以。我觉得好像可以。他预设给我的五颜六色的母鸡做梦，怕爆！我出了这一只很可爱。好 ，OK， 酷哦，嗯。打完字可以按右下角的做了，它上面就会写下有五个人按 OK， 然后我们是第一、哦、一至六的题目中。好，然后右上角就是时间，还有一个人没按做了。要、哦、好，然后右上角就是你的时间、哦、要注意一下。哇，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啊？它到底是要打一对还是要打一只啊？哇哦，这什么东西？我先啊，对吼，我还没有研究过，知道怎么画。好，那可以复原的。被扛错力。哎呦，我的天！好，随便了。哦，有时间的啊。好，你看，换老板。我在画什么？我心想这一只平常在干嘛？我想想，哎呀，
好，我要交给下一棒力挽狂澜了。你画完了吗？太快了吧，好猛哦！好快、哦！浮世绘啊，浮世绘都嘛是一笔画直接勾的，竟然。大概啊，算了，就这样了。是长这样吗？我要再调很梦幻的颜色。我来研究一下功能。我还有时间调颜色。它那个左下角的大方块可以调色，按下去的话。我突然不能复原了，怎么会？哦，时间快到了。左下角有一个复原按键可以按。左下角，右下角拍谁？右下角，OK， 懂了。我想想，这只平常会叫吗？我应该，这只平常都在做什么呀？开台吧。我画的这只好笑。哦，哇塞，它叫什么？哦他什么东西忘记了？忘记了，他叫什么？哦，可是他是金色的，所以应该是做了。来不及按住了，他也会出现吗？他就会显示问号问号。真的吗？忘记了一个字，是这个字吗？哦，是另外一个。等一下，大哥，等一下。我以为是另外一只。啊？那又是什么？哇塞，第一次听到哎，长知识了。为什么？我好像只不用上色哎。哇塞，这东西。那喵哈，我知道你现在在画哪一题了。一个不用上色的题目。这是什么啊？怎么办？我想一下。手好抖。这是什么啊？不行了，一切都靠想象，一切都靠下家了。什么鬼？这东西怎么会有翅膀呢？我已经不知道画什么。有眼睛颜色吧，查一下眼睛颜色好了。没有。五个舌头应该是就还是在这边就这题好简单哦，我好谢了。眼睛应该是长在这吧？什么东西啊？太快了，来不及填色。怎么用红色？啊？干嘛？简单停一下。好，做了。时间要到了。啊、对，我自己忘记按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应该是这个吧。一二三四，我真的好屌，这实话老屌。三四五六七，这个是 open book 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好可爱哦。一定是这个类的，可是这是存在的呀。哦，啊，啊，这是三维的，跨博的。
啊，应该是这个，没错啊。啊，这是什么 ？OK， 好，我要想一下，我要怎么呈现这一题。这是存在的吗？难怪你会说很简单，而且不用上色哦。哇，这个，这个，这个。最后了吧，不用再猜了哈。对，最后一题了。对啊，少一颗真的。哦，我发现它没有紫色，你可以调，哦，可以调啊，对，你点最下面那个，发现了，发现了，哇，厉害。加这个很诡异。那个不用上色，加个嘴巴在眼睛中间，好像、啊。想到，想到，应该画一个这个。看起来都差不多了。就这样啊！我很担心，我刚刚没有画出去。好、啊，应该不会吧？不是忘记按住了，那个没关系、哦，那个没关，那个没关系。哦，我要开启语音模式。Yeah. 开野野唇舌，为什么会有回音？谁都会卖念呢，好难听哦，好可爱哦。哦，啊，我唇舌、哦，好可爱。哦，完了，还有回音呢。啊，这是什么？真的是垂头蛇，垂头蛇。回来了，回来了，太猛了，太厉害了吧？有了，厉害吧？太屌了！牙齿仙子，下一棒太强了吧？哦，牙齿仙子哦，我的天！哇，你的好牙齿哦！我的牙齿好大哦！外国牙仙是什么？他是金发的呀！哦，哇，牙仙子。有这题很稳啊，对，这个很稳哎，这个太精致了吧？哇，这个小声一点，很恐怖哎。他有胸部哎，那个是胸罩，一只翅膀的独角兽。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一对翅膀还是一只翅膀？你看的好可爱哦，原来他有翅膀，彩虹独角兽，原来他有翅膀吗？独角彩虹小马，彩虹小马了啦！哇哇，真的是彩虹小马、欸，你很会耶、欸，你很还原呢、欸。好丑，克苏鲁，啊，克苏鲁就是你出的，我的天！啊，就不存在生物啊！哇，我的天，克苏鲁，哇塞，厉害了吧？稳了稳了，这题稳了，不稳了不稳了不稳了。好可爱呀、啊！好难哦！为什么我会变这样子？因为我有翅膀啊！我想的是这只、哦，歪掉了，歪了歪了，彻底歪了。那还好了，都在章鱼系一样。露露米，这个所以我一早就画完了，不用上色。哇！露露米，好还原哦！露露米。哎、欸，你画的好好哦！哇，可爱！太邪了，你知道吗？
这太简单了啦，就同一个题目念三次是不是？海吉出了雷公，请哦，雷公是你出的哦，难怪、啊、爽嘞，哦，嗯，帅，有了有了有了，中了中了。哇塞哇塞，好屌，有上色。雷公，你知道我刚差点猜成炎帝，差多吧？啊，你看我看的是一张黑白的，这也太意识流了吧？不是会啊。好，我们第一轮搞定了。Yeah. OK， 开始，还要再玩一次标准。熬夜睡觉。没有啦，还有啦。想想看哦，因为出哪一类的呢？我们可以出一些像接近彩虹标那一种的啊。什么是彩虹标？哦，你要彩虹标？哈？不要。你要直接画有红标的、哦？不要。那我是不要。不然电影，来标准出个电影题目啊！好久没看电影了。电影有什么？我大家都，而且最近还有一部电影被取消，我好难过。一定是柯南什么的。不是，哎，你不知道吗？就是那个库伊拉迪士尼这一部被取消，啊啊、他不能算在台湾上映了，而且重点是没有正版的管道在台湾上啊，超惨，因为他会在那个 Netflix 的迪士尼家，但是台湾 Netflix 没有迪士尼家。来看看电影，我们来出个电影名字吗？还是角色？对对打电影名称。哦，电影名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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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出《与神同行》了。要出什么东西？诸葛寄生上流会不会太过分？什么话？一样是标准哈、哦。标准。好 ，OK。所以一定中间会开始乱猜，如果看不懂的话。全部都靠下家就好了。我的亚洲超人会用火，亚洲超人会用火，是什么？那个好像是奇，他们说是奇异博士，挖到后面变成亚洲超人会用火，超就很像。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是博胜猜的，然后就觉得猜到这个题目很像，真的是台湾会命名出来的。完蛋，有什么题目可以出啊？那故意啊，我想好了，取消了吗？就想好。太快了吧！哦，对啊，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在台不会上映。我想看，直接太慢了吧。我要躺在床上哭了，不好意思，我先离开了。我也要哭了，拜拜。不是吧？再见。要开始跳 VPN 的。我好了。好。随便乱出一个。我也乱出好了。因为我现在想不到，好、哦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你们乱出也要好出好画一点呢。那我就出个之后会上的好了。哦，我也是，我这个也是真人之后会。哎呦喂啊，差点复制错东西，吓死我！哦，连结对不对？什么柯南？什么什么 CP？ 什么？哦，连结题啊！你讲个 CP， 还有忘记我要出什么了。哈哈。听说之后有出电影的样子，这个可以 open book 吗？可以可以可以 open book open book 啊，这个我这个之后要出续集了，我怎么觉得？让我想一下，我很久没看了。哇，这部很老了哎。哇，这个这怎么画？这个怎么画？对啊，这个怎么画？哦、我的天啊，天哪，他的脸怎么都是往右边的？有没有往左边的脸啊？哦这个、哇，这个，我觉得会画成恐怖片哎、欸！完蛋，我真的要画成恐怖片喽！安静到我在怀疑到底是不是 DC 霸凌。霸凌。
好像移动图层。救命哦，只有一半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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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色，快点色。直接倒这个颜色就好了吧，应该很简单吧。啊、我刚刚好想按吸色。做了，我的铁色好可怕。我的下一步是加油了 哦，这是什么？这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啊 ？OK， 搞定了。啊！这是长这样吗？有什么乱搞啊？什么鬼？哦，这一定是什么枪战？电影我就不认为在看枪战电影的，这个我有看过。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谁出的？真的有这个电影吗？我没，我查的关键字我找不到哎、欸。Hello， 肯定是有人画错了。我思考一下，这个怎么画呢？好这样画了，他是这样子吗？大家都画得好认真哦，每个都是大大哦，我才大大，我对不起大家，我凯基才是大大呢，凯基大大，别在那，我死掉了，我已经在马桶里面，听到我在马桶了，啊，所以你在马桶里面直播吗？对呀、啊，哎呦喂。嗯，他是不是有拿着什么东西啊？我想想，这个这样吗？还有拿这个？我很努力的照着他画了。你还来得及画一个？他不是拿这个啊 ？OK， 好了，我画完了，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好快。不是我的题目，不是我的题目，根本不是一个，根本不是电影啊！等一下，哦，拿一下，好，不管了，不管了，是这样的，就大概是这样吧。我放弃画的像我不知道，我没看过这一部，这个应该很红很红很红，这么红，好，哇，什么太强了吧，我忘记他名字了，不知道，这什么名字 啊，不能讲出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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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什么？叫什么啦？啊啊，想起来了，我不懂。
这个太意识流了。不是，这个有两个，它有两种版本哎，我的天！啊，算了，就这个好了。哇塞，很难画嘞！这是什么东西？救命啊，这难画，救我啊。那么什么比较简单的画法啊，我的天啊。啊，好吧，大概一下。这个眼镜的配还有帽子，要被载走了，我要被载走了，拜拜，我一样。好，反正这很明显的吧，就这样。想这样吧。这什么？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呢、欸。对，我刚画的不是电影。奇遇记。原来它叫《木偶奇遇记》吗？应该是吧。哦，对啊。原来不叫做小木偶吗？就是它的名字啊，应该是一样的吧？应该是一样的。哇塞！你很可爱啊。小木偶奇遇记。你的小木偶好 doesn't give a shit 哦。金牌特务，那什么？金牌特务啊，定啊，没有这个，哦、我没有画到、啊。这是金牌特务，我没有画到。我们，为什么？完全什么？我不知道啊。英国大革命，画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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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革命人，画的好好哦，英国大革命画的超好的，我操，真的革命的啦，白痴哦，而且我还 Google 还查不到，我来 Google 打英国哎，哦我的天，哇塞，哇好难哦，强了吧，好难哦，不对。懒到不行，有一个画的超可爱的，这个是超可爱，好可爱哦，好厉害哦，也是好看的。完了，我要求爆了，可以啦，哦，有啦有啦，很好，很阿凡达，题目完全对啊，很鬼奇谭的阿凡达版本，突击队，哎，这真超难，我怎么在讲？那是你出的。对，是我输的。红红比斯奇吧，小丑女，小丑女，歪了，歪掉了。有哎、欸，眼睛呢？有啊，我把它拆回来。有了，有了，有了。好厉害哦！问的喵哈，因为以为她是小丑女还是自杀突击。哦，好屌、哦！哇塞，扯哦，真扯哎、欸，扯欸、全部都在画小丑女。
狼的男子与女子，就是你、哦，这个很难、欸，就是你，你知道现在家就是我吗？哦哦，难怪啊，白头偕老。孩子与和雪，太对了，终于刚把我猜到，强哦，感动感动。哎，没了，是吗？那是只能做一个角色而已，来不及画第二个。哇，真的变猫了。好精细的猫儿，猛毒，恐怖片。哦哦，好看，有像哎、欸，很可以啊，才不是毒椅嘞，才不是毒椅嘞。哇塞！猜得回来，猛毒，好强哦！黑色蜘蛛，我忘记他名字了，抱歉，我怎么变黑色蜘蛛人？黑色蜘蛛人，被误导了，真的被误导了，笑，笑得掉泪。哎，你们都好强哦！想想看，一样画葫芦。我们来画宫崎骏系列，宫崎骏系列，但是只要是他的画面或电影封面图或人物角色都可以，只要来自宫崎骏的。那画宫崎骏本人可以吗？好啊，你如果画出来、哦、可以不要那么刁难人吗？真的是，画到找宫崎骏的梗图，哦，那应该会找到白龙跟千寻的那一张，白龙下围棋。这是无法做的。我是塔矢亮。嗯，要梗图哦，要梗图是吗？没有没有，都可以，只要是宫崎骏的都好，哦哦哦可以。好 ，OK。找到了。好。画波呢？哎，学屁哦。那我换。啊，画这个好了。这画波妞是有原因的，我们个朋友很讨厌波妞啊，可是波妞很可爱啊。我们要标准吗？一样画葫芦，因为你这个很难猜。啊，我总觉得这个也会有很多人画哎、欸。一样画葫芦是什么意思？那从头到尾都是画，没有猜。你要跟你画的人上一张你看到图画的一样啊，哇这个。然后他你要注意的是，你看他的画的时间跟你一起，你画图的时间是算在一起的，所以你不能看太久，然后不能回头看。嗯，不能回头看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只给你看第一眼，然后你之后看完之后，你要确定你就要开始画，然后你不能再回头看那张图章。你也不要，你不能看太久哦，你看的很想画时间哦。对，而且会时间会越来越快，时间会越来越快，很好玩哦，很赞哦，好啊，很棒哦，啊，就这个了。所以只有一开始的人出题之后，有出题的部分吗？没有，没有，都是画，你一开始就画，好，第一个时间你可以慢慢画，可以画超久，后面大概剩十秒钟，好。你们想好了吗？好了，没了。好，我们来开始宫崎骏的《一样画葫芦》。哦，用画的哦。嗯。啊，我在画什么？一开始就画错了。碎了。啊，我觉得我这次搞不好来不及上色，一定要画很刁难的东西。当然要画、啊。你有想过我们凯基大大的心情吗？没有。对啊，对啊。我难过，我心的糖是我的哭泣。只要我这边只要不是给巧克白抽到，我都不会良心不安。为什么？我呢？我呢？其他人够熟。哦。哦，对哦，他这一开始画的时间超多，差点忘记。
手会抖哎、欸，快打一下他。我没有手动抖动修正啊，没有了，好烂。我还想到我应该要画王虫才对啊！你怎么讲出来了？哦，好想画。下一题啊。哦，好哦。等那个啊，黑雨来再出一次。像画太好像做的太简单了、欸、啊！你画王虫吗？你还有一半的时间，看要不要改？怎么改？太难了吧！你可以在旁边加其他小伙伴。好哎、欸，小木林，干嘛？上个阴影好了。啊啦啦啦！嗯，可以吸色吗？嗯 ，no。很难吸，不建议使用。好，它如果你要玩看看的话，在最左下角的大方块点进去，会有一个吸管，可是超难用。我看到了，这什么？这怎么吸？我真的超不懂它的吸色原理，非常诡异。还有时间呢、欸，嗯，哎、欸，没事，大概还有三十秒，还有三十秒，慢慢来，约莫三十秒。咦、加音哦。就涂这个好哦。好，做了。我花这么多时间画出这个，刚好哦。你是螺丝画的，我问你，鬼呀、啊？怎么办？怎么办？报应来了、欸！被下架搞了。哇，时间已经过四分之一了，超级快！他这里可快哦。它的颜色到底是哪一个？哎、欸，不对，啊，随便了，这个吧。啊，他穿什么？应该是这样的吧。这是我的极限了。我不会画白痴哦，是不是欠揍啊？
好了好了，就这样。好的。我话好烂，我也话好烂，我好烂哦，谁啊？撞你是不是？好啊，这个是什么啊？不对，它什么颜色？靠边！我要失智啦！它什么颜色啊？哦，画个意思意思就好了，时间来不及了。哇，这么快！哎呀，不能上色了！啊，这是什么？哦，这什么？这是什么？太快了啦！这是什么啦？有这东西？这是什么？哎、欸，这是有人跟我撞体了吗？对。啊，有有有，这应该有了。有人跟我撞体了，谁跟我一样？不是，我连续画两个一样的题目，啊、这什么？这是我的题目回来的吗？就有撞题啊！哦、你们两个出一样的哦。啊？这是什么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哎、欸，那你画到的可能不是我的哦，还是你画到的是我的？直线了，没了，我都是 Google 了。我怎么觉得我跟喵哈撞体？我是不是跟喵哈撞体？没有，你凯奇没有跟我撞，你跟凯奇撞。我画的好像是，哦、哇塞，哇塞原来我画的、哦，原来是你哦，原来是这个哦。你知道后面变怎样？我还以为是，我以为是龙，我把它画的很像龙。我想说怎么会有一个龙的少女什么的，这个我跑去 Google 了啦。他如果变成神隐少女的话也蛮猛的。魔法公主歪到不行，是想把她救回来的意思吗？我是想，我很想。哦，他是这样子哦，猫车车这样哦，我把它变成条纹猫了。哦。好可爱！哎、欸，你知道他这个？我后来他最近有重新上映，我再去看，我才发现他有猫蛋蛋呢、欸。真的假的？是哦。他有把他猫蛋蛋做出来。哇！哇！他好长，他好长。我到底跟谁撞？啊！是移动城堡哦！我的移动城堡，好可爱！完了完了！我超级多的话，为什么要长脚？你为什么要长脚？我怎么卡西玛画出来的？你的腿超美，你的腿很美，暴跑城堡，好恐怖！长了三叉戟的人逃跑的，长了三颗香菇，新的 IP 好笑，到了哦。哦，你的这个可能到最后不太能骗哦。哎、欸，来不及耶，良心吧，上色哎，来不及耶，哪里颜色都不一样，怎么会这样？
哦，繁星画的回来也太可爱。有了，回来回来了。你看我照着，我照着画，没有把嘴眼睛画出来。为什么不画？你打勾了、欸。哎、欸，他不是打勾吗？他是反过来的，他反过来的勾啊，我有点忘。哇塞，我真的是你们两个哎、欸，你们撞题了啦！哦，雪碧雪，宫崎骏还可以撞，也是蛮厉害的。那、啊、结果没有人画波妞，你们自己对啊，不是有说人画波妞，不是有人画波妞，帽子飞起来了，感觉好像某个麦片先生哦。你尊重哦，那好像美式的那一种动画，演剧啊，对。哎、欸，你很会画啊！哇，对啊，你很厉害啊！他就是那一种，就是说一直说我不会画画，其实是会画画的。我们不会啊，不一样，我们选的画面还不一样。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你在嘴巴吗？我是完全照着画类型。怎么越有自信的变别的东西来想想看、啊、我们还可以出什么来出 Pokemon 啊 Pokemon 超不熟真的假的 OKOK、okay, okay, 可以出啊反正照着画而已啊好照画你可以画个卡比超皮卡超吧 Pokemon 有、哦、皮卡超 Pokemon 有什么我看 Google 说有全国图鉴嗯宝可梦就熟了。宝可梦神兽，你叫神兽吗？我打宝可梦，下一个就是神兽嘞。哇哇，才几句话？那几句话比较好画吧，因为它其实很简化。对啊，我不会画兽类。我知道我要出什么了。那我就出这个好了。我想好了，我要出什么？我也想好了。好，我也想好了。好，大家都好了吗？好的。那我就开始一样画葫芦的 Pokemon。啊，你没有说开始。开始。好像线选太粗了。不是太细就难画。是没错，而且很难涂色。它是长这样吗？好认真，短短手。嗯，我在画什么？这是什么？指甲。然后，胸口开高叉。胸口开高叉。不要一直泄题好吗？谁啊？小智哦？为什么？小智算一种神奇宝贝吗？哇，它力量很大哎、欸！不会老，力量很大，你说呢？对啊，它一定是一种宝可梦。对，还没有被登录在图鉴里面。哦，像
好丑哦。我想画毛茸茸的感觉，画不出来。我想画这个颜色吗？再黄一点。嗯。画颜色好单一哦，好画。大家都画得好认真哦，你们都有上色哦。有啊。等一下。哇。上色怎么变这样？而且我选的是白色的。你说你吸到最后变白色、哦、不是，它是它本身是白色，我就不用刷太多颜色了，真好。全白的，你该不是出？没有啦，它没有到全白啦。哦，会飞对不对？我想一下。我思考一下它会不会飞。嗯。我手怎么啊，我竟然手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不能倒回？你扛错力太多次了。还有限制的吗？没有，我问问而已。错了，做了，做了。哦，这是什么？我的天哪！我完了，我完了。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真的不用那么认真了。哇，画太认真了啦。完蛋了，我叫不出这一只的名字，但是 我其实也不知道叫，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这怎么画？我的天哪、啊！它是这样子吗？我已经忘记了，我忘记它长什么样子了。我忘记它长，哎、欸，那颜色也太难调了吧。它是长怎样？它是长怎样？完了。应该是长这样吧，我忘记了长什么样了，而且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哎，我颜色，我至少颜色要到。哦，啊，完了！我的天哪！啊，这个被误会啊！全部都对颜色对吧？我的记忆到这里而已。他加个光泽。好，大概这样吧，随便。啊、好新的东西啊！这个，完了，我在跟业主讲话。这什么？它是长这样吗？这么快，完了、啊！就这样吧。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看起来很酷就好。
你这是什么？我真的可以。阿杰，我忘了。长这样吗？我也忘了。阿杰，嗨，你好。我只记得，我记得，啊、这是什么？长这样吗？太平记啊！太快了啦！哦，喂，日立马森，给我100万，我就原谅你。好，来，我现在去银行，等我一下啊！我也要，天泽有份。哇，那我现场我要花一二三四，我要花600万。谢谢大大。感谢大大。拍摄，我刚刚鱼缸漏水，我刚刚在处理。哇塞，真的假的？哇，没错，所以我刚刚用超久，崩溃。我的天，这件事跟我们讲，就是未来可以多养一些鱼缸，可以体验漏水的感觉。哇，人真好哎、欸！我看一下哦。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欸，怎么啊？绿色哦，应该吧，忘记颜色。你们现在在玩什么模式？宝可梦。宝可梦。哎、欸，我可以看你们的、欸，酷！我完了。我觉得很歪。哇，为什么要出这只啊？所有加雷欧。哦。叫不出他名字、欸。我觉得乔克白画的很像。哦、他看起来好开心哦，超强哎、欸！回来哎、欸，好猛哦、喔！哇，好可爱哦、喔！杨桃兽，杨桃兽是一个宝可梦，太坏耶！好猛哦、喔！你可以观战哦、喔，我可以观战，但我看到了。好哇塞，好好看、哦，好饿，好强哦！看你这么厉害，我也笑死、欸。其实看起来蛮饿的，那看挺好。你是没吃晚餐、啊？看，啊、可是它看起来真的很好吃。这是什么？草莓画不完了，又有红萝卜，变成粉红色的凤梨了。头上的草莓不见了，草莓不见了。我想过它会变大便啊。太扯了，我快笑死！那奈朵，哇，他头发是绿色的哦，我完了，我完全记不得，玩完了，不好意思，笑死，记不得。哎、欸，这哇哦，哇，我回来了，这回来了。抱歉，我的锅，是我的锅，真是可爱。我觉得。应该有回来，克苏鲁就没有了。哪里？我都知道这是什么。绿色的位置都变了，笑死。哦，班吉拉，班吉拉就是你、欸。其实我在画他的时候，我有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刚才在想、欸，是我的锅。原来这是班吉拉吗？很可爱，有金属有到了，好可爱哦、喔。这我觉得乔克白的灵魂有到。一定，这应该没歪。为什么我变那么肥？我怎么越来越远了、啊？吃胖了班级了，变胖了。哦，是他哦。哦，这很难哇、啊啊，这个无法很新哎、欸，有点难。花野菜人，你是我的，是我的，我的天。绿色的地方错了啦，哎、啊，有、欸、回来哎、欸，哎呦喂、欸，回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欸，可是我觉得有对那个，你没有挖种子了，对，上面的还在，你没有挖种子，真的是没有挖种子，我也觉得变没有挖种子了，它颜色真的很难挑，笑死，这应该不会歪吧？好可爱，哎、欸，好可爱，好可爱哦，我超歪。变熊，他变玩具总队那只熊了。我知道你在说哪一只，熊豹哥，还蛮可爱的。有，还在、欸、有回来了，变成一条蛆状。哦，有完全没歪哎、欸。
哦，真的，我们要该加入黑语元素了。对，黑语元素就是会歪的音，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黑羽回来的话，我们要不要再回头玩一次那个宫崎骏？宫崎骏，哇，宫崎骏很难。我们刚刚玩个宫崎骏，玩一回还不错玩。好，可以。那一样是一样画葫芦吗？好啊，因为宫崎骏很难猜吧？宫崎骏可能有一点，对，应该后面会变可怕吧？移动城堡吗？变成跑跑的城堡，霍尔的移动城堡，会跑的城堡，好难哦，移动城堡，那变两栋城堡，有人画移动城堡，哇，真的很移动哦，嗯，啊，我可以画一个移动的感觉，跟画移动城堡这样，可以，刚刚就是这样子，刚刚就是变成这个样子。笑书，你们都想好了吗？好啦，我想一下。好啦，移动城堡，就这个啦。你真的要画移动城堡？没有，我在想宫崎骏，宫崎骏。你可以画宫崎骏本人。好，我决定好了，我决定。开始。哎，第一棒哦，第一棒时间比较长。嗯，对。哦，按到右键了。哦，原来你觉得我第一笔，我的观众就知道我在干嘛。我觉得我画到画一样东西吧。我画最后一笔，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干嘛。看他好丑啊！我画的好丑。你怎么了？这是谁？我刚刚正在疑惑，是大家都没讲话，还是说我的Discord断掉了？没有，不是，我们大家都在认真的、哦，他们都很认真，全部都是大神。第一棒真的都那个哎、欸，对啊。对，我跟黑羽跟你介绍一下，目前就是我们在场的只有你跟乔克白还有凯基没有手写版。你是要买了吗？这是羞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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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是羞辱。你不是用逻辑的？滑鼠羞辱过我们吗？裸机的滑鼠羞，干还好我有裸机的滑鼠，不然我就输了。哇塞！哇，裸机滑鼠好棒棒！这是工伤吗？对，没有工伤，都是。对，他的头发不是真的，变得好像命案现场哦！救命啊！还是其实你就是画命案现场。可以。哇！发出了不妙的笑声。发出了下一家要惨叫的叫声。对，没错。我相信下一家一定猜得出来是谁的。结果连续是用滑鼠的三个这样接下去的，有没有？直接哦，不要，拜托不要，也毁了。哎呦，观众猜对了，你们很棒，你们已经是看到他的灵魂了，灵魂会师，没错，他用说明案现场就看到灵魂了，真的是灵魂呢、欸。把它吃掉！救命啊！这个画的不错。哎、欸，棒棒棒棒，很棒很棒！哎哎哎哎！没事。Oh my god！这会做噩梦哎、欸！
绿色。好了，好快。嘿嘿，哦，我跟你讲，逻辑的滑鼠就是又在空上，又在空上。你是已经把图的那个脚本都设定在里面，你要那时候按下就是把你画出来。哇，拜托，那很屌哎、欸！他两只手在吃东西哦，怎么可能会动到滑鼠嘞？对不对？哦，不会，哦，脚本啊，我还写脚本，都写脚本。我已经预想好，就是喵他可能会说要玩宫崎骏了，所以我就脚本 A 想说打开。有个屌，有个屌，我也蛮喜欢罗辑的滑鼠，真的工伤了，真的工伤了，真的真的，好好笑、哦。哎、欸，我忘记涂它颜色，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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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想吃什么？不要了。好，做了。恐怖天堂是谁啦？什么？到底什么？谁啦？是谁？哎、欸，哀嚎声来了。啊！我在做什么？哇、欸！什么？哎、欸、哎、欸！哦，谢谢走嘞。我没有画面呢、欸。哎、欸。哎、欸，我的画面停在我的啊啊！我的画面停在我的画布上，可是我不能做任何动作。哎、欸，发生什么事？嗯，对，不能画画。对，我现在不能画。你失去了画画能力，淘汰。哇！我先等。而且最好笑的是，你知道我的画面停在我原本的那个画面，我还可以继续画我那张图。啊，很小。所以我如果再继续加一堆黑人问号在它上面会怎样、欸、如果你重新整理可以加加看欸，我是不是跳出去了？房间还是七个人欸。哦哦，你的网络怪怪的哦。卡 bug。 薛丁格的喵哈，完蛋了。那个那我刚我刚上一题看到有人真的画宫崎骏，我没办法画那一题。我被宫崎骏赶走了。哇！宫崎骏生气了。他有版权。所以宫崎骏那题有可能会变成我原本的这一张图吗？应该不会吧？感觉哎、欸欸，你那边有在倒数吗？你那边有在倒数吗？没有，但是左上角现在有三撇七个人打勾。哎、欸，你们那么快、哦？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下一张的话，你再看会不会跳？对啊，要看一下。欸、我畫有人说他也有过这个 bug， 要重整，真的假的？我现在重整我还进得去吗？你会进来重整，发现你进得去，可是你画不完，你只剩下三秒钟。他每一张都只剩三秒。喵喵的，黑羽偷到我的了，你加油啊！哎、欸、哎、欸，不会，我觉得我画的挺好的。哎呀，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哦、是谁？欸、如果有一个那个画面有问号，就是我刚刚停在那个画面了。这个好像跟我画的差不多哎、欸。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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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画它。这个我好像可以。我觉得顺序快快的。完美的还原。我要长这样吗？谁？你是谁？错不错？结果一堆人被我那个题目搞死。好了，做了。好，就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啊！我已经放弃了，这完全。这是有画到啊！我无法理解。嗯，我不懂这是什么。我的脑袋无法学了。这是什么？谁、哦？啊啊！我知道了。哇哇哇哇！那是写字哎、欸！哇，你是写字？对，我的是写字。哇，那我写的完吗？等一下，这是笔画超多的。不要写字了。没有，它只有字。就是那个，你现在不能写。我不能画。我可以画，我就只是被暂停一回合而已。哦，好。等等等等等等！别！
太快太快太快！我有一张我就完全放弃了。太快太快太快！够了。啊！可以不要这样吗？谁啊？对啊，为什么有血字？来画他死呀！哇，你接到我的嘞！来来来来来了！哦，哎，看，嘿，哎，怎么啦？哦，我的天！哦，这个 OK， 这个 OK， 有 get 到那个精髓。谁写字啊？字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怎么没有抽到写字的？哎、欸，不是不是，来不及的。做了，做了。哎、欸，是谁？是谁？是最后一题吗？对不对？最后一题，对。我也觉得是，我知道嘛，就是那个不利取死神那个角色嘛，不是宫崎骏吗？好了好了，来了来了来了，嗯，哇塞，哇，他正在吃人了啦，看起来像王虫吃人，哎、欸，我的耶。Yeah。可以吧？哎、欸，好可爱、喔！眼睛太大了，还有唱歌，啦啦啦啦啦！哎、欸，有声音，有声音，好恐怖！眼睛变、哦、生气了，王丑，生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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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请问一下，这一个毛虫了？那绿毛虫，绿毛虫生病了，生病的绿毛虫，后面三个长红斑的绿毛虫，这是王虫，王虫逐渐退化的样子吧？欸、我觉得接到这一段没办法，我、啊、不行了。后面的第一回合有诅咒，阿空。哦，原来是你写的，你干嘛写字？本来刚我怎么想说，奇怪，怎么可以这么难呢、啊？原来是跳过喵哈，没有被暂停一回合。啊，都写一样的，难了啦。就只有我写不一样的吗？可以啊，打妹哦！好画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画的是什么，画有画一个人脸，哎、欸，很帅、欸，还有龙，阿石亮，变小龙了，变成小虫，可以的，会师，我觉得有哎、欸，其实以那个黑羽来说已经很厉害，有进步哦，我现在有进步，超人盖甲法了，你看灵魂会师、哦，你们感受到他的灵魂了吗？死了啦，教练我想打球，对不对？他的脸逐渐厌世、欸，哎，变成厌世的人，变豆豆眼了。前面两个，前面几个就是，那个上班第一天很开心，然后后面几个就是上班两年、三年、四年。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社畜啊！哦，好屌，是我的锅，这是我的锅。没事，鼠哥，没有没有没有，有有有有有到有到，我感受到，只是他变得有点像使徒，哇，好可爱，厉害哦！有啊，这经典场景，哇，这变使徒了，白痴，变使徒，变使徒，啊，好可爱，好可爱啊！哦，他的面具会有那两条。你在干嘛？完全是吸毒了，眼泪，变大虚了。我好瘦，我的眼睛看起来像流血。哇塞，这是黑化神，哇，原来是霍，好帅啊！我的锅，我的锅，我的锅。这是谁？不是你，我就刚刚你是谁？霍啊，霍。逐渐歪斜。我这边有人说，刚刚那个无脸男跟千寻，无脸男把千寻吃掉了，所以千寻不见了。有没有发现逐渐变探险活动？你这太恐怖了！无脸从清醒然后到强，
就最后呛到爆炸，好恐怖！逐渐过程，逐渐被吓到啊！果然是波妞，波妞，我是有波妞，有一个没涂到。我刚在 Google， 问我他头发变橘色的啦。我有看出巧克白是波妞。我是看不出来，但我来不及画完。我看不出来，我个人看不出来。有有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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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还原。哎，有还原，有回来，有还，哎，有回来，有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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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我有哎，那怎么播了又偏了？他长这样啊？中间不小心吸到什么东西之类的，吸到奖励奖。恭喜恭喜！两个人画宫崎骏的，我画到的是这个。恭喜你！你没画胡子，变成书呆子了。你没画胡子。哎呦喂，这是不是回来了？回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拜托，我画了两次哎、欸！哇，太屌了！哇，哎、欸，我自己又再画了一次好吗？哇，太猛了吧！哇，太屌了！我自己出过一次啊。又在画回来，我刚刚在查那个癌上的波妞嘛，然后他的癌帮我自动选字写癌症的癌靠腰，癌末的波妞，大爆的波妞，来玩，哦是哦，我嘴巴好酸，你现在才玩第一局而已，我嘴巴，你知道我从头到我嘴巴都在笑。我只要看到我的话，我就在笑了。你还笑，所以你可以有把自己逗笑的功能哎、欸。有我把自己逗笑的功能，有时候我会自己发呆，发一发就笑一下。这叫做初老。初老现象，从旁人来看，应该就像神经病一样。我想看、什么主题？迪士尼。哇，迪士尼啊！那漫威算迪士尼的吗？因为他被迪士尼签下来的。不要漫威啊，就是迪士尼的电影或者是他旗下的人物。迪士尼签约的不算这样。先不要，太多了，那个太多了。我觉得漫威你可以自己一个。所以迪士尼的电影可以吗？迪士尼的电影可以。哦，电影我查一下，我想一下。对，我加入以后，对这游戏就变通灵大战，对大家要通一下我的部分。我要就哦，这是什么通灵？我就知道了。不好的，一样吗？对。好。哇，迪士尼哦，看一下。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其实我等下画皮克斯的误会一样啊。哦，好，决定是他了。我画一个，画、okay、到、好吧，就这个吧。那我就画这个。啊，迪士尼有这一只哦。啊？你有讲出来？没有，我只是好奇。你们都好了吗？说出来。那我就按开始咯、我好了，好来了，好，好了，华特迪士尼本人。哇，太难了吧，我不知道他长怎样。在犹豫我到底要用细的还是粗的。 YouTube 上面有这个教学怎么画它。对，你现在看 YouTube 吗？没有了。先看完再画，时间已经耗一半。好吧。哦，我想唱那一首歌，好烦哦。Show you the world, I can show。哦，不是啊，我的不是这首歌。大家等下就边画边哼的这个自己的主题曲这样。啊、我不知道我这主题曲是什么、欸、我也不知道这个哎、欸，竟然，我想想看哦，我真的不知道，它有主题曲吗？有，一定有啦，一定有。那我待会听，等你。你就等我唱吗？对，我也等你这个我的唱。I thought you were， 那是阿丁，不要骗我。你看我画的好丑，
画了一个我不会画的。哎、欸，竟然！我靠，这看起来真的像癌症末期。这可以快速擦掉吗？你可以用一个白色大框框。哦，重画。白色大框框。把我画到现在，终于有人猜出我在画什么了。有观众秒猜，不是 你就知道我画的多冷门。哦，真假冷门的、哦、哇、嗯！最近很红，他最近很红。画了什么东西呀、啊？因为他最近很红。糟糕了！各位，你们猜得出来，你们都是通灵。我好想用移动图层哦。不是画歪了。对。我也很想。算了，把它塞到另外一边好了。好多光头、哦。I told you。我画太不妙笑声，我画太像了，像到我自己会想笑。来不及上色哎、欸，你还有一半，对啊，还有时间啊。有一个人塞不进去啊，就有一个人，算了。也、欸、真的好像、哦，刚到声音都出现了。哎呦喂！哎呦，对啊，没错，有人猜对，没错，伯母你猜也没错，对，对，我是抽象派的，听起来好可怕。嗯，我的都很抽象。最可怕的是你要看你是不是在他下一家。对，真的，在我下一家的人都很惨。对啊。哦，好怀念你在我下一家哦。对对，那个梅利号，梅利号着火的梅利号，干超难。快点呀！而我觉得我这次画的应该是会是今天最好的一次。今天还很长、欸。下一张就说。没有，我觉得我今天其他的话都超越不了了。哇塞，这么猛！对，真的。很期待一下。有人说我甚至画的比无脸男还好。无脸男那么简单，我还画的烂。可以啦，就这样啦，没时间了。阿佛。可以啦，大家一定猜出来。随便啊，就这样了啦。哇，太难了吧！我的天哪、啊！哇，这是什么？这个我没有看过哎、欸。我这不是粉丝画的吗？哇，太难了吧！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我太难了，我太难了。哎、欸，他有胡子吗？忘记了。好难，好难，好难！好快啊！哎、欸，等一下，这是迪士尼的吗？这个是那个吧？惨了，输定了。哎，搞错作品吗？好像，哎，是啦。如果你是画我的那个画，那个是啊。他不是皮克斯，不是吗？哦，皮对啦，皮克斯也是被最后被那个。哎，我刚刚就搞错了。完蛋，我在画谁？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我帮他加一个那个。哦，
画，我的画三小。加一个字就不会歪了。哎，久等了的，忘记时间不够的问题了，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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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变了，就变了，这样啦，就这样啦。哈哈哈哈哈哈！哇哦！这个是谁？太难了吧！这是谁啊？哇，这个……你巧克牌有可能抽到我的。你不可能画这么好。哦，那就是我的。那他懂我，那就不是了。没有了。我真的画得很烂。以前更烂，现在有逻辑的华叔，笑死！是长这样吗？哎呦，这边画挺好的哦。哎呦，啊，不是，哎，等一下，啊，不，哇哇哇，哑巴哑巴 ，OK， 有点快，不会。哈哈哈！哎，来不及了。哦，不要这样啦！啊、哦哟，这是谁？啊！哦，想起来，他叫什么名字啊 ？I'm for new world。好了，不行了。忘记了，总是这个先画出来。还有半分。不啊，来不及查、啊啊，可恶，来不及。我后面都没办法查。对啊，我光 Google 就好啊啊！这是什么？哦，是谁啊？迪士尼的吗？不是皮克斯的。哎、欸，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皮克斯的。对，这次我不敢乱画了。这什么符号学？我都是怎么画一个符号学的东西？他长这样子吗？你看我画的好像音速小子。想象过他是谁，可是不知道他是谁。哇，哑巴哑巴！哦，还有两个人哦。哈，你看，我先道歉。哑、啊、巴，这是什么？哦，我还可以这样子哦，符号学哦。你画到我那符号学的那个人。看了，我刚刚觉得我画歪了。什么？抽到有一个看不懂的人要发挥想象力。那个是走这样吧？没关系，这个吧，相信下家。牙齿是重点。一啦，好屌！啊，猫咪大战争。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吗？我已经忘记这是什么角色。我好像还有个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哦，这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哦，你们说是那一个？哇，糟糕！啊！没救了！这是哦，哇塞，一整个场景的吗？你在杀人哦！我画毒苹果，变成低燃费耶！哇，好屌！回来了！哎，黑羽，你说这个主题曲要怎么哼？哎，其实我不知道哎。海鸥，阿巴达达，阿比达比布之类的。那不是啦，你上次灰姑娘的啦。哦，那是灰姑娘。哎，你听出来我在唱什么调调啊？你们贴出来哦。哔哔哔哔哔哔。那什么是人？你们很强。原来都是不好学。对，白雪公主主题曲怎么唱？老鼠，老鼠，六里鼠王的。哦，这是老鼠哦，老鼠。对对，六里鼠王里面那个。因为我在画什么？有没有个天竺鼠？马里奥，两个天竺鼠。我以为是那个哎。那谁？天外奇迹。秦九哦，你说那个爷爷哦。秦九的另外一个那叫什么？他的跟班伏特加，伏特加，
怎么那个眼睛真的很恐怖？黑暗计划者，我不知道，我都忘记我出什么了啊！对哦，我忘记了弟弟，我要解释一下，我要画弟弟的时候来不及，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好厉害哦！是他想要杀了琪琪吧？我以为他应该是被踩到，我以为是冰原雪域的，为什么？很像，一样啦，一样啦，歪了，白痴。对不起，我刚刚凭想象，我真的有点忘记他怎么画了，变蛇了，什么蛇之类的，牙齿是重点，没有牙齿啊，可以歪成这样，我歪，哦，是这只啦，哦，奇，欸，是我，那个尼克是里面的，尼克了。就在Google上打，哎，好强啊！太强了吧！对你来讲送分题耶，这是送分题耶，专业的。哦，又怎么画到这一只？它是变汤姆猫。哦，你白痴哦！就你说什么？什么是重点？你说什么是重点？我看不出来啊。为什么我输出是重点？我的天啊！哦，我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是你，太夸张了吧！我还以为是喵哈，欸，我也是喵哈出的。哇，大家那张纸都不放下来。我没有纸了，没有纸了，没有纸了，我放下来，拿去烧了。哎，有，没歪没歪，棒棒的，救回来，超棒。为什么纸可以接回来？我不懂，拿回来了，拿就没了。我不懂为什么那张纸又拿起来了，好点啊！拿去烧又捡回来了。跳跳虎，好跳跳虎啊！我没画到这个哎，对，后面是变粉色的东西了，那应该是因为我的关系。你还像啊？可以啦，松鼠，真的松鼠了，还到这边没歪啊，来了，有没有开心？开心，顽皮豹，我以为是顽皮豹，顽皮豹了，哇，转直，请问这个是顽皮豹吗？好猛，不错，我画的很简单。耶！太棒了，只需要你这种简单的。应该不会歪，这不会歪。头发不见了，太高。哦，回来，头发回来了。我没有画头发。这个雪宝是喝了什么？变可爱了。他的嘴巴冷冷的。你是雪茄吧？那个，他的鼻子是我的角色。雪茄。他的红萝卜长大了。哦，好可爱啊！有哎，没歪。那请问料理死亡的歌怎么哼？还 OK 哎，觉得料理死亡怎么回事？不是，我以为是天外奇迹哦。没有啦，因为那个黑羽说每一个应该都有歌吧？对啊。哎，料理死亡歌怎么唱？没有啦，没有歌吗？没有吧？料理死亡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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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好像是，好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完全没有印象，完全没听过，没印象。有啊，他有啊，他有啊，有，他有，但没印象。他那一段他是法文的，对啊，他是法文的。哦，好猛哦！我们要来玩什么？哎呦，我找到，我传到群组。那里爽 OP 还蛮好听的，一点开版权攻击，我怕会被版权攻击再按下去。我刚刚播了五秒，应该可以，完了。我撑住了，哦，这一首，就这个，对，哎，好听哎，这首歌好听，这首很赞哎，很有 feel， 安啦，不要怕啦哦，我就来玩三明治好了。我有个问题，什么是人潮汹涌？人潮汹涌要20个人，哦，原来，所以我也没玩过，那真的蛮汹涌的，嗯，真的。三明治它是头先打字，然后之后中间画图，然后最后一个人打字。哦哦，那有点像是那个综艺节目那个超级变变，哎，这不是，那叫什么？不是超级变变，它是比一比，对，就这样比到最后，然后最后人要去猜的那个感觉。原来那要画什么？漫威，漫威很好猜吧？
可是漫威很多东西啊，对啊，就很特色的画出来就其实不会歪啊，太近，对啊。因为上一次我觉得三明治玩那些火影什么好像太好猜了，要、yeah. 找一些可以猜别的歪的。有什么呢？三明治哦，动漫主角。可是那个乔克白他对动漫比较不熟，可能要一样画葫芦、啊，不然就梗图啊。梗图要打什么字才知道？打梗图啊，秘密是啊。啊？你刚音被吃掉。秘密是？那是什么？那什么？哦，就是民音，民音的民音的民音的意思。不是，可是你要打字啊。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啊。还有什么？亚洲超人会用啊？不要亚洲超人会用，不然就变成迪士尼旗下的。哎，我打亚洲就有亚洲超人会用火，你们多红啊！真的假的？可是去用电影啊，电影好像比较容易去猜，或者是就会容易去描述它。亚洲超人会用火。动漫没看过，卡通有看过吗？卡通、哦、白可以吗？所以我觉得动漫跟卡通这定义真的是翻译的问题，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英文的 cartoon 跟 anime 的那个差别而已。我思考。那我看《飞哥与小佛》，这个我没看过。YouTube， 不行，你想得罪谁啊？还想得罪人、啊？我很常被演唱，所以还好，我习惯了。习惯上，我想看啊、哦。不然童年回忆如何？就是你小时候玩过的东西，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啊、或者是你小时候看过的动画，哦、又回到动画。就是你小时候对这个东西印象特别深刻，不管是实体的东西这样，小时候实体的，好，那就是规定是实体的东西。实体啊、哦。实体的哦，或者是动画卡通之类的，就不能动画卡通，一定要实体的。小时候的这样，小时候的东西，小时候的东西。宇哥以前玩过红白机吗？没有，我没玩过，我超没童年的。这一瞬间就长大年。哦，我想好了。哎呦。亚洲超人会用火，要用火。哎、欸，我找到这个要怎么讲？它的中文是什么？第一个是打字哦。啊、哦，我想到了，我想到了。第一个是打字，第一个那三明治啊。那它的时间一样长吗？好像是一样长的，所以可以慢慢来。你说它是实体的， oh, okay, okay. 所以它不是什么动漫什么的。不是，全部都是童年，你可以吃的、玩的。游戏可以吗？我想好了，我站立30秒。好 ，OK， 我想到了。你刚刚自己讲实体的，就不要用游戏嘛，就除非它是实体的游戏、哦、啊。我知道，有，我想到了，有实体的游戏，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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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个都猜一样，好，每个都是一样的，买回来。啊，实体的，实体的，还是你从小就玩虚拟的？应该没有吧？我们小时候，小时候就 VR 了。我操！小时候就 VR。哎呀，我想出这个。那你出这没多久哎、欸。对啊。小时候就 VR 是被洗脑。完蛋，我查不到他的名字，到底该怎么称他？好了，我的脑 OK， 好了，我脑中有 BGM。我想出一个，但我啊，这不是我们画对不对？不干我们的事对不对？啊，对啊。我是出，我是出的。定喽。好，那我想到了。OK 了吗？我要按开始哦。第一个是打字哦。好。开始，三明治。哈利波特在海滩上放松。好，这个，我以前玩过，绿色的。亚洲超人会用火。抖动。
还有一个人没按。可能他的题目很长，还在打吗？打文章是不是？打一个作文？啊、哦欸？这太长了吧、哦！等一下，自己画自己的吗？你抽到，你大概抽到重复的。哇，竟然重复了，是一模一样是不是？一模一样，四个字一模一样。啊，这个好吧，我没有玩过这个哎、欸。没有，我有哎、欸。这个，哦，都是回忆。这好难画哦，这怎么画？我的天，很少女生会去玩这个吧？然后结果到时候我两件事都在说，哦，我有玩哦，哦，完蛋了，我是女生，我有玩哦，喵哈，这样，对呀、啊，我好像在画台风眼了，可是能出这个的，表示很有年纪耶。完蛋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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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得罪人了吗？哇，这有点难哎、欸，有点小难画。先这样。哎、欸，这样子。这样，我在画台风吗？我也在画台风，烦死了！哇，可能撞题了。哇，我觉得我这样画反而不像哎、欸，糟糕！再选一个颜色啊！糟糕，这颜色敏感，换一个。这怎么画？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决定是这样了。完蛋，这个颜色更像台风啊！救命！长这样吧。啊啊啊！做了。随便了，随便了。完了，我觉得我要歪了。这个一定会被误导，绝对被误导。你是不是抽到我的、啊？这样好一点吧。我看得出来黑羽画的是干屁嘞屁嘞，我连那个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题目会不会被折掉，因为我写超长一串。哇，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哦，看懂了，看懂了。我看不懂，我看不懂。我画完一个台风，我又要再画一个台风。啊？哦，我明白你说台风的意思了。这是。OK OK， 大概是这样子。我已经忘了上一家该是这样画。真的假的？等等，简单画一下、啊。不是吧？不是吧？啊！随便啦，就这样了啦。不是吧，不是吧、欸、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哦、我常常就是出同一个系列的题目，然后结果每一次都会撞题，可是这些撞题的题目在其他回合不会去撞，就是刚好都在这一回合一起撞的那种感觉。这是啥？这是啥？要撞一起撞那样子？对，要撞一起撞。哦，那这个不会变快对不对？啊、你可以慢慢来。这我不知道是什么、啊。不一定快哦，这个不会快、因为它这个就是超级比一比的感觉。啊，糟糕了！我画的超级潦草。没事啊。哎呀哎呀哎呀！哦，没事没事没事。哎，真的是你们说的那一个吗？做了，大概是长这样吧。啪啪啪啪，这个是该不会下一个就是台风了吧？
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也看不出来这是三小，可是我看得蛮饿的。啊？为什么？怎么会有人画食物？是吃的。哦，原来画台风就是这个东西哦。哇，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太老了。小刻牌发现了什么？这个我知道，我带他童年都很近哎。决定认真画了，哎、欸，全挡了吗？白痴哦、喔！我画他主人干嘛？不知道我画什么，但我画完了，好快！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在画什么。哎、欸，他刚刚是什么颜色的？我忘记了，糟糕！不填色也没关系吧，应该还可以吧，再增加点特效，还有特效，还有特效，没有错啊，有特效，加点效果，加撞声词，还有开关吧，我好庆幸我现在画这个题目不是我猜哦，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我好同情我下一家啊、哦，我也好同情我下一家，我下一家很简单耶，这样不错不错不错，都自己讲的，对，上个色好了还有时间，应该不会歪吧，不会喇叭，不好说，你看看你歪了多少。你不要再拿那个三个大黑圈圈当眼睛鼻子了，超恐怖，超可怕！你们有感受到他的灵魂吗？没有，一直看到他的灵魂深处，感受他来抓人了。当你注视着深渊，深渊也在注视着你。好猛哦！画了这一张图啊，我的观众每一个的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不会啊。我这边我这张那个观众都猜的差不多，所以应该画的还行。完全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我的应该很简单吧？哦，真的，哦，这是台风哎、欸！啊，这什么？到底要讲几次？靠，黑羽，你是不是只用了四个线条？我跟你说，繁星，那是我偷到的。你画到我的了，是不是？所以你要他是抽到黑羽的。所以我刚刚很快就画完了。好。跟刚刚同一个东西啊，我会画一模一样的吗？你不会觉得很同情那个要猜的那个人？我很同情啊！而且聊天是会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哦。这是什么啊？对面他刚刚抽到我的，应该是。然后我现在大概也知道你说加一点的效果是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用 QB 的眼睛啊？抽到我的，抽到我的，不是啊？所以你为什么、啊？我画完了、欸、黑羽的，我也好了。我在想象，我在想象。你说好应该不会歪的、哦、黑羽，应该不会吧？我觉得不会，可惜应该不会。开始越来越不确定。欸、哇！我要画台风了，我要开始画蛇天族了。我在想，这样，耶嘿，然后，嗯，我思考一下。哎、欸，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响？是不是？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啊，我怎么会叫？对对对，好了，好了，就这样。有人说我画起来，他们猜不到我在画什么，我也猜不到。这就是这个游戏的精髓。
猜不到，就这样了。小时候哪有空拍机啦？啊，又再画，又再画一次。这是什么？同一个东西要画，抽到吗？同一个东西要画两次，好累。你说台风吗？对，台风有撞题哦。我能照画了，我那、啊、你不是一开始就说撞题了吗？你自己出的。哦，对好对好。那我把画画远一点，画跟我自己很像。哎呀，对，忘记它会不会长什么样。等下，这个是童年的东西吗？哎，等等，画歪，惨！这种不是会有那种火花的铁片吗？这是最后一题画了，下一题就是要猜咯。OK， 黑羽你画好一点了。都是我下一家。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是黑羽的下一家，要画好一点。喵哈，想象力，一级棒，就是你的超能力。我没有。是啊，搞不好你下一家不是喵哈。那我为下一家的人感到同情。怕爆。不会，我觉得我这次画的挺好的。你上次也是这样讲。哎、欸，对你那时候不是说你是这辈子画最好的题目是什么？雪豹。好，行，可以，蛮好的，蛮好的，可以。好了，好，就这样了，我受不了了。哎、欸，我要帮他做个消光，等我一下。还有消光。这有消光的感觉吗？哎、欸，算了算了，不要。我要消光吗？有点犹豫。还要十秒。消了，消了，消消一下，消消，消消消消。热血。哎、欸，是是是，有。要准备通灵了。我说我画，我画个消光，有观众说，刚才那是蛆吧？哈哈哈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本来是想出这个哎、欸啊。哦，那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如果抽到我的啊，就是错了。想象力。我好像抽到消光的。你好像抽到消光，想象一下，想象一下，这是什么？我试着感受你一下。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啊、我给你一个提示：亚洲。亚洲。那我再给你一个提示：超人会喷火。啊、那我要打喽。没有没有，不是，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啊，可以可以可以，我解脱啦，解脱啦，原来游戏玩具哦，钓鱼游戏。哎呀，这个应该没歪。哦，好可爱哦，你好逼真哦。的确是，要抽你真的，原来是我，原来是我。OK 蹦球。哎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哇，有回来有回来，好险好险！我买的看起来我有点饿，它像骰子，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像骰子牛在飞。有有有有有，你好大一只哦！这个没有歪，这个还钓鱼玩具、哦、没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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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没有黑羽在里面画都不会歪。真的我没有画，真的没歪。超人战斗凤凰号，哎，我怎么知道啊？战斗凤凰，我观众居然猜对了，战斗凤凰是那个吗？是啊，是三个爪子的啊！你这是圣战凤凰号，这个好，这个好真哦，好猛、哦，太专业，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哇，一模一样，好强、哎呦，哎呦，强了吧？还原到这样很厉害哎，好扯哦，完了啦，其实还蛮可爱的，想象一下，哦，原来那个区是这个，猪的炸弹超人，对对，那个区就是这个上面白色的炸弹超人。我就查不到他的名字，所以我也没出他。红色跑车，哇塞！啊、这个哦，这个是你录影带，录影带那个啊，录影带车，录影带跑车，我怀念哦。我知道，我知道了。哎呀，那个来说，它不是玩具啦，它是一个用品。可以啊，它是童年，还是童年？对，它是童年的用品。
哇，我没看出来，我也是遥控汽车。就你在夸什么？哇塞！完全你知道这、那个东西叫做照着画，好吧？遥控四驱车，遥控四驱车，没错，繁星猜对我是我想的答案，很扯哎、欸，那你说的、啊，哎、欸，我扯，我说的，嗡嗡嗡，为什么会嗡嗡嗡啊？它会嗡嗡嗡嗡的声音，真的会，哦，有，想起来耶，因为我猜下一个、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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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用在眼睛上，为什么变 Q B 啊？为什么为什么啦？眼睛就 Q B， 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吗？有可以可以，这个有动，这个有动。阿明吃条状巧克力酱，哦，这是你出的哦！哦，我、欸、我没有 get 到，我没有 get 到，原来这是巧克力酱的哦，巧克力啊！我还蛮喜欢吃这个的哎、欸，阿明呢？这个蛮好吃的，小时候吃很好吃，可是长大后吃起来怪怪的。这个倒不是我说小黄哎，我是阿明呢，你没有阿明？阿明吃起来酸酸的那个。哦、oh, ，我知道了，软糖啊，软糖，你也没错啦，你看出来它是零食了，哎、欸，你们形容的没错哦。战斗陀螺来了，两个台风来了，是两个战斗陀螺，台风，真、哦、台风哎、欸，这个可以吧？有中，哦对，有，有拉的感觉，哇塞，还有神兽，哇塞。哇塞！有 get 到，这个还有哦，你还有战斗完的，那个被打出去了，出现了。我真的没完全没有玩过。一狗射击，白痴！不要打台词啊，白痴！狗射击有啦有啦，狗射击。来，战斗陀螺，一模一样。台风眼。好，我们这个台风呢，它。现在已经抵达日本东部了，这样正处在高压下。哇，一个一样的，一样怎么回事、啊？我发现巧克力版的台风变大了。我怎么一模一样？这个透视是不是一样？又怎么一模一样？这三个人，你要设计陀螺，台词好猛哦！有啦，稳的、欸，不错哎、欸，不错。战斗陀螺。这个蛮好玩，我觉得来给巧克白玩看秘密吧。哦，秘密，完了，是啊，真的吗？那下一次吧，下次，拜拜，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谢谢，下次再聊，好，好，拜拜，辛苦了，那我们就来回来画一样画葫芦喽，耶，眼泪掉下来了。坐在电脑前面哭。I will remember you。先把巧克力来踢掉。哦，好踢人！我这边有三个螺丝。这么坏？不是，你踢一个螺丝，你会踢到本体。跟你讲，对，你会踢到本体。哪一个才是本体？那既然巧克力不在，我们可以回来画动漫题目了。哦，我来想一下。那我要画我最近啊，你们先想一下，我去个厕所。动漫，我要画我最近喜欢看的。动漫题目、哦、最近你说七月新番吗？有点哈扣、哦，才刚出。不是，是都是男、啊、一堆男孩子的，一堆男孩子，闪电十一人、亚洲超人、水永布，不是。嗯、啊，我最近有看过什么啊？啊，哎、欸，我的聊天室有投票系统嘞。哦，你可以开投票。我打黑羽帅吗？黑羽帅吗？问号。超帅，跟超级帅，他们只有这两个选择。难过、哦。观众觉得很痛苦。只有超帅跟超级帅。就是那个要按那两个按钮，然后擦汗的那个梗图。哦、我知道。哦，真的。耶！动漫，我还没想到。
我也还没想到，因为我刚回来。是人物吗？还是动漫的名称？反正一样画葫芦啊。哦，是啦。那哪一个动画都可以？都可以啊，就动漫。我想想，好，我想想。好，我决定我要画这个。哎，好，思考一下。那我要画这个，虽然没看过。我想看，我想看。这个是我。对，黑羽，我要跟你介绍一下。什么？你说？就是这边你应该没接触的是那个罗斯跟白金。没错，他们两个画图超厉害。没有，我在想，我刚才在想，罗斯跟白金是不是我认识的人？只是他们把名字改成罗斯跟白金。没有，你应该不认识吧？吗？没有没有，不应该应该不会认识。你们请多指教。虽然我们已经玩了大概一小时了，然后现在才介绍，你很棒。谢谢谢谢，那哎，请多指教，请多指教。对。然后罗斯明天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一定要成。哎，等下。罗斯我好像有接触过吗？没有吧？有吗？有吗？好像好像有，认错会很尴尬哦。有有没有？好像之前有在同个群组，对，但是没有接触这样。确定是这个罗斯哦？他也写 R O S E 吗？我不确定。罗斯他是 R O S S。哦，那对不起，那是罗斯。完蛋了！完蛋了！认错没有？没接触。罗斯生日快乐！罗斯生日快乐！好，你们讲好题目了吗？好了，画图哦。好的，好，开始。我要画一个非常经典的表情。我看一下。啊，算了，我不要了。临阵脱逃。糟糕，我有点想要，我有点想拉肚子。糟糕，等下不行，我要撑住。我要叫我员工来帮我画。我还以为说你叫你员工帮你去拉肚子。怎么做到的？我也想要啊。云端。不行不行，我要撑住这一回合。啊！云端拉肚子。云端拉肚子。现在那边有谁在吗？深深。对，待会要深深代打。Only 深深。没关系，我忽然不痛了。嗯，好快！搞不好结果深深来，结果他超 carry 耶、欸。哎，我觉得他比我 carry 啦。我也觉得、欸。深深来了啦。搞也要哭。结果他来了，这样他就没办法帮黑羽代打了。大家看得出来这是谁吗？哈哈，这是重点，细节。没错，没错。我要死啦！我要死啦！我要死！你是说你待会要死，还是你现在要死？现在，现在，我那你待会嘞？那我待会就跟谁说拜拜吧？别，别！干，好可怕、哦！我的天哪！然后等下真的出来一坨狗屎这样，真的真的真的香爆！那个人在念咒语吗？他在下降头，他在下降头是不是？我怕，才让你下肚子会痛的降头，难怪。不是应该下在我们身上？上次画过了，对，应该下在罗斯身上吧？为什么？还有喵哈的身上？为什么？全部，谁开房了谁就去上厕所。我刚上过了，哇哇，立即见效的降头哎、欸，你远端哦，好好笑！我刚发起一个投票，黑羽帅吗？超级帅跟超帅，大部分人投超帅，可能是因为超级帅没办法投，这投了不想投不下去，那不能选择不投吗？有很多人选择不投。嗯，太难了啦！我决定这个不要上色了。好难，我觉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画谁。哇，艺术派的最高典范。
我是印象派画家，谢谢大家。我在画谁？填色吗？这个不不不不不。哎，苗浩，我最近在养蚂蚁。你上次讲过，你上次有说过，而且还是在画猜里讲的。对，哦对哈。可是你现在是拿到了，是不是？啊，对，我拿到了新的窝，我今天换了一个新窝。哦，所以你有要拍，你应该会拍吧？有有有有有，你知道那个新窝很酷，它上面上半部是那个那个卖家自己做的恐龙化石这样。哦。然后就一个平面，然后草地，然后有洞就可以通下去，这样超屌。哦。酷。啊，糟糕，来不及耶。哦，每次都想画得很好，然后放封面，就想都画不好哎。我想直接偷瞄他的来当封面，知道吗？我要拿我的来当封面。没有，你这次可以拿螺丝的。对，我要偷。或者是你可以拿我的。不要。我的当封面应该蛮不错的吧？我应该标题会打什么 SCP， 然后系列。SCP 。我笑死，就可以了。哇，没时间喽！做了，做了，做了。完了，应该没有人看到我的发誓。哇、哦，这是谁？哇、哦哦啊，这是谁？这是谁？看不出来啊！我不知道他是谁啊！我靠，我不知道他是谁。哎，我忘记他头上是这样的、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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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照画，先照画，先照画。啊，我知道，我好像知道了，我好像知道了。然后他好像刚刚是这个的、啊，糟糕，他毁我一旦，我是不意外了，意外一下啦，啊，我好意外哦，干，对对对对对对，我应该是那部作品，哇，这部作品还蛮好看的，我喜欢妹妹，我觉得我时间好多，我要去多 Google 一下，我不知道这是谁，欸、我好像画的挺好的。哦，没有，我当我没说，马上否决自己，变怪物了，变怪物了。啊，这是 SCP， 应该是长这样吧？哦、头发是什么颜色？惨了惨了惨！对，他应该，这已经是有电绘版的人画的。啊，这里只有你跟凯基没有。那蛮好猜的。我们有逻辑滑鼠，闭嘴。我们有逻辑的滑鼠，没有逻辑滑鼠。侏罗纪滑鼠，侏罗纪滑鼠，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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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点皮肤色，看看，我觉得颜色是重点。糟糕，算了。我觉得我应该是抽到螺丝。哇！哦，这个，我的天，这是什么？他脸好歪、哦，我要跟着歪吗？不用，不用。我努力在跟着我，应该是我的，不要不要不要。他刚刚有绿色衣服，你可以帮我加上去吗？好、哦。哎、欸，可是我画不到衣服哎、欸。绿色衣服。这是什么东西啦？这部是什么漫画作品？哎、欸，不是吧？时间好短，我交给下一个人通灵啊！我不管了，我就做到这样，就这样子了。哎、欸，哦，哎呦，没福到、哦，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他有点难哎、欸，啊，哇哇哇！等等，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啊！你要相信你自己。我要相信那个相信着相信着我的你。那、啊、我画成别人了，算了，画成别人好了。我在画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啊！不行，这个重点要画出来。啊、眼睛吗？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知道这个是什
那是谁？我忘记颜色了哎、欸。那个，是这个颜色吗？是这个颜色吗？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两。哎、欸，啊、嗯，不会吧？我反而看得出来他打问号，可是我反而看得出来他画什么。那个吧，那个、啊。好，做了，还是铅笔。哎、欸，不是啊，我只救到黑羽一服啦，其他我救不了了啦。哎、欸，来了来了，哪里看？看到底有多惨，是有多惨？哎、欸，没歪没歪。哈哈哈哈哈！表情好到位哦。哇，你完全变哦。完了完了完了，后面歪掉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有看出来，我有看出来。有，我有看出来是探长，你的耳环我都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好猛，你把它扒弄回来了。耶、哦 yeah ！哇，好猛哦！哇，赞赞！不说我以为是花金院呢。花苍月。哎呦哇，竟然是通灵王，对不对？对，是吗？对吧？是、啊。是我没看通灵王，没有，我没看过，我没看过。我试着还原的。哇，好帅啊！我不试着还原，我没有看出来，我真的没有看出来，我真的没有看出来。一直新兵妹，这是公共原始。对，那个我让大家就变成 SCP 了，更可怕，越来越大。这个是通灵。我跟你讲，我刚几乎都在黑羽的下一家。哦，干好屌、哦！我天，百金这个超帅的，是虚化的黑棋。一七哥，哦，这是你画的哦。啊，对，是我。这我有看出来，这我有看出来。我来不及，我画斩破刀。这是我唯一救到的衣服，其他我没有。有有有有有有，中了中了中了！好屌好屌！哦，有，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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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展越展越展越有展越有，是谁？啊啊！什么？竟然是这一部？哦、我知道是谁、那個、啊！怪物世界的男主角。哦，我知道后面是谁了。新番。我刚刚原本还要画绿色的三色豆，结果来不及。那个是披萨哦。是披萨。我而且你看，我还揍他点了两点哦。变三点了，哈哈哈哈哈哈！等一下，我不懂，怎么样变成这样的？我不懂，这个我不懂，我不懂，我也不懂。这是情色漫画老师，对不对？哎、欸，对对，哇塞，哇好屌、啊！多谢我尽力了，我尽力学的黑羽画，然后他要求加绿色衣服，哎、欸，超强的。有，我有看出来情色漫画老师、嗯、哦，他是绿色衣服，完了他眼睛变蓝绿色了，我不知道了。哎、欸，好像还行，只有那个头发还绿了，头发还绿了，他是不是变无彩的？好绿，无彩的，耶！哦，我都应该不会歪了吧？哎呀，哦，哦加强了，好强哦！因为时间还有可以 Google， 哇哇，我看得出来那个那个是天照吧？有都有，大家都有记得那个右的那个什么鼻子那边，我来不及删，有，这是只有开一个眼睛的右。其实你最后一幅可以画掉，眼睛很猛哎、欸，对，很猛哎、欸、哦，好好笑哦。继续要画什么嘞？非人类，非人类，人怪，非人类什么意思？反正你要画宝可梦也可以，你要画，反正它的外形不是人的，好难的、哦，所以动物什么都可以这样，可以啊。动画里就随便画一个什么什么那个蚂蚁的专业术名，什么白书巨山。动画里面的非人类。哦、动画里面。动画里面。你去找有养蚂蚁的动画人物啊。我去找养。我想看哦，我想看哦。那我画真的啊。可是不会太细、啊。超多。
佐助他哥是人类啦，因为他已经人的样子看不太出来的那一种，死掉了、啊。我看不看哦，非人类，哦、非人类。看我房间有什么？房间应该很多吧？森森，森森。你可以、哎，你可以画你上次那个拍照问我要不要那一排，然后旁边那一只。哦哦哦哦。那只你拿过来画，应该搞不好可以画出来、欸，我觉得。我不太会啊，大哥。我不太会啊。画一下吧。我不太会啊，太难了啦。可以啦，那个。我思考，我思考。那个大叔笑声的家伙。我思考，我思考，我思考。那我画这个好了。我看一下我对话记录。你可以画乔巴。哈西，你拿谁？然后我先已读你的 LINE 吼。我传了什么给你啊？你刚刚传了蛋糕给我。好吃。刚刚妙花传了一个很像长得很像猪脚的蛋糕给我。猪脚蛋糕。然后他说很好吃。看着看着我也饿了。你看啊，你最左边那一只啊。我知道啊，可是我在想哎、欸。我觉得有啊、好，我画他 ,OK, 好了我好了。大家都好了吗？嗯，对啊，非人类、啊、是三明治吗？是一样画葫芦，这很难猜吧？好，好一定会歪，一定会歪，一定会歪，一定会歪。我是非人类，从来没有不歪过了。来来来来来，马达马达，然后再看图片。嗯，可是这样描画就知道我要画什么，他也可以帮我加钱。你要先看我在你的第几家、啊、也是哈、欸、如果黑羽说到我应该会很好画哦。哎呦是好是好画的哦。那如果你抽到我的是不好画的哦。好像可以想象得到哦。哈西你那谁好难画哦这个东西。我的画三小哎、欸、我希望赶鸭 我希望有赶鸭看来我觉得观众已经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没关系如果是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你们不是孤单的。我也看不懂我在画什么。我在画谁啊？我下次喵他约我，我要去直接写成一个脚本，就开始我就直接脚本，然后就开始吃东西。好爽！用你的什么滑鼠？用我的逻辑滑鼠。哇塞！传一份给我，传一份给我，我也需要。这已经变成一个梗了。变成我们画图的梗了，这是继亚洲超人会用火干，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跟逻辑收钱，免费工商哎、欸，真的。我发现我画面画太大哎、欸，其实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细节。三小，哇，他还有戴帽子，我怎么画帽子？不会画帽子。啾啾，嗯，这很非人类哦。你说叫的部分吗？真是蛮非人类的。哎、欸，刚刚我去，我有去一趟水族馆，然后我在骑摩托车回来的，就牵我车的时候，忽然有只蝉飞到我面前，我快吓死。啊，你有躲开没？有我有躲开，刚才蝉超大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近的蝉，好可怕哦！从来还没看过蝉的我，它大概跟一个 iPhone 手机一样大，不可能，不可能，真的超大，不是，好大只哦，那真的是蝉，蝉呢、欸？超大，真的，我看蝉看这么多年，出来的吧？我觉得
你有可能遇到是独角仙正在飞之类的，那个才比较有。独角仙正在飞，可是它很远呢、欸。独角仙很圆啊，很圆啊。没有没有，有一点可以证明它是蝉，因为它飞到墙壁上以后，它就开始叫。哦，好吧。它可能撞到你很痛啊。他可能在骂三字经，把我撞到黑雨了、啊啊啊啊啊，救我！他大概跟 iPhone 6差不多大，那真的是蛮大的，蛮大的。真的、啊，你可以，好不好？那个、欸、台湾特有种，你赶快拍下去，去传给那个。我吓坏、欸啊，但是你们把他抓回来养。没有，啊、我闪的超远的，好不？我那时候超想牵车直接逃跑。可是我怕我牵起来，我开启，它往这边飞，我会直接跌倒。哦，我要上了，超大的蝉！你们看不出，各位观众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对不对？我打开聊天室。比较冷门一点啊，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做的，比如说我画的很像是魔法少女。马猴烧酒，马猴烧酒，烧酒，对啊，烧酒，马猴烧酒。我想看他变怎么样子。什么？为什么要画他啦？哦，对啊，这是越画越快，对不对？完了，太难了，我想死。这是哪个有电绘板画的？谁啦？不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什么东西。这是三小。好像之前也有抽到一次这个人。哦，中风，我要中风了，我要中风了。我想知道谁抓我的，很像滚球兽。我抽到一只非人类，我抽到一个非人类，一只动物。不是非人类吗？我们大家都在画非人类啊。也是哈。他长这样。他拿着一把刀。哦，对不起。螺丝画的哦，你抽到前往哦。哦，这超难的，他画的超精细，我要崩溃了。好想看了。不不，哎、欸，可是我觉得我画的挺好的。啊，算了，我每次都这样讲，我太对自己太有信心，这是好事。我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什么啊？哎，我时间好多，我要去 Google 一下。好像以图搜图哦。以图搜图，找得到、啊。哎，我知道你抽到我的，你是不是抽到黑黑红红黄黄的？对，你到底是画什么？好、哦，没关系，等后面应该其他人知道，我不知道而已。他会把他救回来。没有画反了啊！完了！你真的画那一只哦？我画那一只啊，对啊，你不叫我画那一只，我真的画了。靠呀，你骗我！而且他在那个史莱姆里面的某一只笑声奇怪的大叔，我没有看哎、欸。哇，糟糕了！啊，那就画一只去了。忘记画完了。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啊，超可爱哦！等一下，是什么？哦，是他哎、欸！看这个歪到爆哎、欸！全部毁于我一旦。来，速度，嘿，呵，呵，啊，还有翅膀哎，呵，宇文凯，其实我下一家、哦，我好难过。那凯奇，你希望在、哦、太快，谁在你的上一家？不是，要是我们两个嘛，对不对？啊，哑巴也太快了。哑巴，对，长这样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画三小，我想换颜色。这是什么？细节，抽到很像牌的人，仔细看一下细节。你没提，我知道。哦，应该是这样吧。然后上面是怎样？我忘记了。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是谁。欧灵，有谁是这个颜色的头发？没有，干嘛？哎，那我要。感谢新会员，我忘记了，有点忘记了。我交给下一家统领的。
哦，不行了。他这是什么？什么？感觉那个红色是重点。那我完美还原他的话。哦，天哪，那个边边，不是黑鱼画的，不是啦，是吗？灰色头发，谁啊？我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鸟花加油！我要通灵成这个。亚贝亚贝，我有点忘记了。我正好给他，我怎么他黑色的？这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觉得我不是画不好，我记忆力也不好。我是不意外，我把画马铃薯。把画的，你看，哦，看起来好吃哦。妈的，我这记忆不好，靠腰。我要回去看。啊，来不及了，来了，来了。这是什么？惨了，惨了，哇，这就是你，哦，就是你。为什么没画到可可贝洛斯？哦，我的天啊！你为什么没画到贝洛斯？你可以问问看我啊。我想把它画成少女，是有一点点像。哦，我画到这个啦！是怎么画到这个？多谢我一度忘记。他说细节，他说细节，细节，细节，细节。哇塞，好屌！我怎么没画这个？我也没画到哎、欸。你可以问看我啊，你要问看我啊。啊，问他啦，问他啦。白痴啊！我来不及玩哦，我给错了。变成这个。我给错了啦。你知道我在想灰色头发的是谁啊？怎么？讲什么啦？已经变海报了啦。好好笑、哦！哇哇，我没画死图，我也没画到这个，我也没画到这个，这个我也没画到、哦。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么了？我也知道了，哎、欸，有啦，有啦，后面有，后面有传下去啊，后面有传下去。我变成都市传说了。这是什么的啊？新的思考，好可怕！新的思考，这是什么？他是非人，他是非人类啊！没错了，哇塞！哦，高斯沃，我没有画嘴唇。其实黑羽的画嘴唇也蛮厉害的，难怪我没有画嘴唇。我哎哎，不错哦！我知道我画什么了，我知道画什么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画了一个 OK 吧。输了，哪里输？马铃薯跟黑鲁，马竹鲁，马竹跟毛竹片，所以他们当初真的是因为这样才放啊？什么？哦、娜娜奇，娜娜奇耶，竟然是娜娜奇！我，我的锅，我的锅。不会，不会，不会。他身边是有某种东西凸起来。哎呦，我知道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我变成带着某种东西的利那个利路姆。哎、欸，那个耳朵有在，耳朵有留，耳朵有传承下去。好可爱。耳朵是那个甜甜竹吗？对。甜甜竹，竹甜甜、哦。好好笑、哦。啊、哦，是竹甜甜啊。这个是什么？史莱姆里面的那个龙，这样、哦、威尔德拉，哦，这样可以。暴风龙，暴风龙威尔德拉，对，比较冷门一点，而且我还画 Q 版的，这是一番赏出的。难怪我刚刚没画到他。哎、欸欸，不是，你提了，你怎么没有把它修正回来？我是你知道这个啊？这个直接看出来，他颜色都很可爱。可爱我刚以为是什么四海深之类、欸。我们这个可以出成周边吧？我们就每一个各出一个。哎，有谁要买？我的天，卖不出来，你要全买哦。很好，很好看，很可爱啊，我觉得很可爱。很可爱是吗？很可爱，可爱，好笑哦，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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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的？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有想法吗？我想看火影忍者，
你到底对火影忍者有多爱？哎，我先跟你讲哦，黑羽你要想一下哦，现在这里有很多电绘版的人哦。我可以休息了，拜，那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耶耶。火影忍者还有谁可以画？我看一下。火影忍者。笑死。目标是不撞体。问忍者撞体感觉很简单耶，有还真的哦，上次就两个字来耶。嗯，哎，你可以出个超冷门的角色，像什么生来一坨天之类的。太冷门了吧，超冷门，还动画人超冷门，或是桃地再不斩啊。哎，这个很不冷门吧。上次有人画白啊，就是你的那个啊，是你抽到的啊。对，我抽到的。对对对对，我想想看啊、哦，所以是火影忍者的角色，所以是火影忍者，嗯，还是咒术回战？咒术回战没几个人哎、欸，我没有看啊，不知道会有几个五条悟，因为全部都变五条悟，大家真五条悟，会五条悟，还是我想看有什么什么动画，大家都看、啊、猎人的猎人猎人猎人，没看过猎人。凯基，你出一个动画题目。我还是我们出魔法少女系列？我没有哦，好，魔法少女假修，只要有变身的魔法少女假修，不要魔法少女，只要有变身的，包含那个突然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呢？假面骑士，只要有变身的都可以。有变身的，只要有变身的，那鲁夫算吗？他没有吧？那个啊，杰尔玛六六啊。是啊，杰尔玛六六啊！哇，我们讲的超专业的。那个 Mega 进化算吗？数码宝贝啊，可以？你说可以变身的吗？宝可梦啊，会变身的魔法少女。我们现在有比较经典的那种变身系，它可以归类在变身系的那一种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那归类。哇、哦，这个题目超难。嗯啊，你是说只要衣服会自动变出来的形式？对对对对对，那一种。死神算吗？钢铁人嘛，对不对？啊，对。衣服是。好烦哦！变身系列怎么那么多啊？我要直接查魔法少女变身系列有什么的。我想一下，魔法俏佳人更新。哇，俏佳人太久了吧？干太久了。天子组。魔法少女系列啊。哎、欸，你说那只叫什么魔法少女什么东西？我们听得到哎、欸。魔法少女卡，没有，我要求救啊！我不知道啊。你常常嘴边一直在念的那一个。算了，我就画一个。可能找到了，谢谢观众。魔法少女，魔法少女假修，假修啊，嘴炮王。没有假修不算的、啊，假修没有变身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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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到，哎，那首好耳熟啊！啊，这就是《月光美少女战士》啊！哦，没有，我没看过。太难了吧？好，我想好了。哇，你们这些有听出来的都有一定年纪哦。那有重？对啊，是不否认的。不否认。有人说《月光行径》。我要画的啦，算了，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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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讲出来了，我换掉，我换掉。我还想再讲，但是我先不讲，那你继续讲，我等下要把全部都讲出来。我想好了，我也好了，我应该不会撞吧？我觉得我会撞。边哼那首歌哦。哦，有有有，我这个我很喜欢，这部作品我很喜欢。哇，好，那要开始了吗？好，变身系列，变身很新，妈的妈的，那我要试试看用细的笔画，噔噔噔噔，我要试着用 Rocket 的滑鼠来画，我觉得我画这两撇，就别人已经知道我要画什么，两撇哦，哎，让我看一下哦。太粗
哎呀啊，好好。这部作品我超爱的，小时候基本上我都早上都会起来看。你们画的变身的啊，都会很怀旧吗？我、我的称不上是怀旧，你的几年算是怀旧啊？十年以上哦，那是。你知道魔法少女小圆已经十年了吗？那二十五年，十五年，那我的称不上怀旧。我的比哆瑞咪还怀旧。太坏了吧、哦！太坏了吧！说不定有人就画哆啦 A 梦，那就画，反正要问你嘛，对不对？要问我，对啦，要经过我这一关，你何不问问第六层锁链的红汉呢？红汉，红汉是我本名。看我画到抖，烦哎、欸，好烦啊！边笑边你知道我那天在你画那个美丽号的时候了吧？哎呦，边笑边抖，好烦哦！好可爱哦，好撞题了吧？应该不会撞题吧？这样还撞，太会撞喽！车祸现场啊？为什么会漏到那里去？哎、欸，他到底怎么通灵到那边去的？太猛了！已经很难画、啊、哦，看怪物是什么？魔法怪物。好。OK。这个颜色。不、啊，头发颜色都错了，哇，惨了！是哪个颜色、啊？糟糕。哦，这个吗？哎、欸，哦，找到了，这样子。哇，他变太胖了。哦，有人提的很好，有人说乱码二分之一也算是变身。我刚买要画的。哦，他也算。现在仔细想想，其实蛮多作品都会变身的、欸。嗯呐、啊，很多、啊。对啊，死神啊，海贼王都算。有人说我在画安娜贝尔，哈哈，乱讲话，失礼。哎、欸，等下。算了。哎呦喂啊！啊，肚子有东西耶！宇哥出手，喵哈会懂。我不懂。喵哈不懂。哎呦，他烧烫伤了。对，烧烫伤。我尽力了。我觉得等一下一定会有人被我吓到。哦，干！哇哇，同一个系列是怎样？白痴啊，撞题了吧？撞题了啦！假的！你这、你这、这是什么？最好笑的是，我还不用关网页哦。真的假的？撞题？看，这有点难。只是你知道我刚刚画了一个下半身，然后现在画上半身的差别。
应该哦，那我应该抽到喵哈的。应该没有人画那个要选女王的那个吧？哦，那没有。哦，难怪你说安娜贝尔。我要画安娜贝尔。不要啦，你知道那是什么？你知道我画的是什么吗？我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安娜贝尔，你看那可以啦，你看你知道就可以了。安娜贝尔，不是，虽然我刚画这个，可是我刚没有画上半身，他上半身长什么样子？这会不会太难易经？居然还单扎眼，我的天哪，我要崩溃了。耶、yeah, ，好啦、yeah. 没时间啦，没时间啦。啊，还有什么颜色特征？什么颜色特征？倒灰，倒灰、啊，没有颜色特征，没有颜色特征，没有颜色特征啊！我去死了！啊、哎，过分了、欸！啊，过分了、哦！你抽到下半身了，对不对？我抽到我的吗？我抽到下，我抽到上半身了。怎么可以这样？我刚画一个下半身，我又抽到一个上半身，你知道吗？我你是谁来崩溃我的？不行了，我要简略了。是谁抽到我的？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它上面有十字架、哦。就这样吗？哎呀，这个很简单，这个很简单。我没有玩这个游戏。气了，他长什么样？完了。气了气，哎，啊啊，画错颜色，哎呀，哦，这是谁？是谁？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啊，糟糕，是谁？糟糕，没印象。哑巴哑巴哑巴。他头我好简单哦，这谁画的啊？我画的，我要觉得好简单啊。他长这样吗？啊，等一下，等，糟糕，嘿嘿嘿嘿嘿嘿，啊，就这样，就这样，这是什么？这样吧，应该长这样吧？什么东西？说，记一下，我们的题目是非人类吗？我觉得是这个、啊，做了，做个颜色，我知道，我不知道，应该是这个吧？这是什么？为什么他眼睛？这是什么？哇！可是我大蛇啊！怎么会有大蛇丸？这个很棒。然后什么？为什么？请问我们是魔法少女吗？我们真的是魔法少女吗？被歪成什么了？做了，这个好屌，啊、这个可以，这个意境蛮好的。下半身来，我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是你，马美学姐，太难了。我的天，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跟你们讲，没有歪，没有歪，没有歪，我有看出来，太过分了，好痛，没有歪，没有歪，没有歪，对，没歪，你的卷卷筒呢？飞天少女，飞天少女出。啊，这个应该也没歪，有歪了，歪了，这个歪，这个歪，歪了，这个、我没有看见，是我吗？又经过你了吗？应该是我，应该是我。没有，我觉得黑羽这一招就不对，你们是一样的吧？哎、欸，还要变那个小嘟嘟左卫门，左卫门，嘟嘟什么？完全变成嘟嘟左卫门，这样很羞辱飞天少女猪哎，好羞辱的。变身了，他真的变身了，他竟然，哦，是《魔法少女》里面那个，小圆里面是燕，
啊，我看到了，啊，我知道我画到我画鬼修女，鬼修女了啦！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大蛇丸啊。怎么会？完全套话，鲁斯完全复制，大乔也好猛啊！有，完美复制，大蛇丸合理，大蛇丸会变身，合理，哇哇，巧克力耶，怎么会有他？哦，你那是手哦。你要仔细看那个巧克力。我怎么觉得变眼睛长出？我怎么变绿色版本的黑颜色？突然变很帅，这是什么角色？眼睛掉下来。好恐怖！怎么变这样？就是把他你知道我刚好画完一个下半身，我就接着画这个。你们这是变形金刚吧？有没有？要怎么了？画完一个下半身，然后马上就变他了。你们眼睛很到位。下半身到上半身。那我是接谁？我是接凯吉吗？是啊，还是黑羽的。你好歹是卷发。我没有，看出来那个是卷发。安娜贝尔来了，真的是安娜贝尔，好萌好可爱，对对对，哇，好可爱，好可爱哦，怎么回事？第一个是整形失败，第二个去整形成功，我要写爱，第三个是原派，好灰，哇，很棒哎，还有蝴蝶结，我都忘记了，哇，好可爱，有哎有哎。有哎、欸，唯一没歪，我真的当第一个就不会歪、欸。有这个应该到最后都知道是哪一个。对啊，好棒啊、哦！笑、哦，快笑死了，我也好痛，真的快笑。而且直接魔法少女小圆三个撞体，真的各种撞哎、欸，各种撞哎、欸，撞来撞去。我的天、啊，好猛哦！啊，看还可以出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要来玩梗图吗？哦耶！海绵宝宝梗图，好。全部都海绵宝宝梗图。哦耶，也是可以啦，反正是你那个一样画葫芦，可是应该不会歪吧？好，让你轻松一下啦。直接 Google 海绵宝宝梗图。有什么啊？海绵宝宝梗图吗？那我现在想一个，血流成河，没了，不能画喽。所以是要画海绵宝宝的梗图。嗯啊。那我要画这个。那你是不海绵宝宝梗图有什么东西？都很少哎。海绵宝宝梗图是？反正你就 Google 海绵宝宝梗图，看哪一张画的顺。我很容易撞题耶。海绵宝宝梗图，我存着一个相簿哦。烦死了，要相簿敲出来。我猜会人画今天很像是吧？没有不一样。结果都在画虎血流成河。没有，你要反其道而行，说明大家就会这样想，所以就都不会画邪恶成痕。反其道而行，海绵宝宝梗图，我好了，我好了，我管了，就这样，好，开始喽，好。我假装每个人都画同一张哎、欸，不会吧？我是随便乱 Google 的，连名字都没有。哦，这个笑死！你看不应该用你的颜色重画。恶心哦！好恶心！画一张图，我觉得好恶心哦。没错，没错，没错，就是那样，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你们答对了。
妈的妈的，主要话我昨天在普浪上面看到的那一个。要写字吗？不用吧，不用吧，除非你那张图真的太无聊了、就是、有有有观众猜对，那可以。我知道没有字耶、欸、我的有字耶、欸、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欸、笑得你们心里发寒。就是那个梗图，就是那个梗图。好了。有，我的观众也猜出来。有人说我这个画的好邪门哦。嗯太黄不对。哎、欸、画背景好像可以。这个颜色要怎么调？画背景。啊啊发出啊啊。算了，不要画背景好了。一秒放弃。对。啊，好快。啊。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这个很猛哎、欸。我怕我画背景，他们就看不出来我在画什么了。我要哪里没画到？大家会做噩梦的。我画的真的是灵魂哎、欸，灵魂会师不是叫假的、欸，真的是灵魂，真的是灵魂。这颜色好难调。哦，对哦。啊，对对对对对，要上色哈！啊，它变烂掉的啦。啊，这好不容易可以休息的感觉。我跟你说，抽到一题你会的嘞。我被自己逗乐了。我觉得画很棒，一块唱的好好听哦。你说谁尖头？你说谁尖头？我爱你，我爱你。就这样。哇！啊？那什么？太认真了哦！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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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不好画，会，呵呵呵。哇，庆幸是还好，海绵宝宝的人物都设都蛮简单化的。哦，爸，爸。我对这个没有印象哎、欸，我对我现在画的没印象。海绵宝宝眼睛怎么画？我在画什么？随便啦。一时涂个黄色好了。
做的。然后你要有想象力，想象力就是一个超能力。好恐怖，我不会画这边，这样应该可以吧？果然有这张。嗯 ？Oh my gosh！ 那个好背包，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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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别飙我车了。算了，我真的完全没在看海绵宝宝，完全不会画，救命！好好笑这个梗。粉红色。好，意识到就好，意识到就好。意识到在干嘛？意识到就好，意识到就好。做了。哎、欸，这什么？啊电话在那里啊！我不知道这个，糟糕，哑麦。好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快。我在干什么？哎，这里好像有个东西。诶、欸，它下半身是什么？忘记了。啊，看太快了！等。等一下，等一下，要画出来！哦啊，干啊！这谁？为什么变？什么东西？这不是海绵宝宝吧？我拿东西吗？忘记了。小妹啊！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看不懂。我不知道啊，这是什么啊？哎、哦，什么？哎，这是探险活宝啊！啊，按错了。通灵一下，通灵一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啊。通灵一下，通灵一下。我刚刚拿到也是一样疑问。啊！做了做了，哎哎，看这是这个啦，就这一只啦，看竟然是这个，我画的好烂，我画的好烂，很棒哎，不有点美，有点更美式的感觉，有点美式。哦呦哎，他总有点可爱，对，我来不及，我来不及，好险没有人接在你下面，没错，他崩溃，飞行荷兰人次哦，你有五个愿望，哦、我没画到飞行荷兰人呢、欸，我就不画第三个手指了，我就是你，冰霸王，冰霸王，哇，哎、欸，你很尽力了、欸，哎。我的手不见了，可怜的小手手，变成冰霸王了，真的变冰霸王了。然后有人就说，其实飞行员长得蛮像冰霸王。我越来越靠近电话喽，我的手越来越靠近电话喽，近电话喽，今天很像是吗？我要找海超。我以为是今天很像是吗？有啊，你看看，是啦，有吧？可以吧？我是可以。哪里啊？可以，颜色都不一样了。可以吧？有有有，可以可以，回去了回去了。我不好意思，我乱加台词。可以可以可以，有有电话有有有有有有有电话有电话有电话。哎呀，中了中了，猛哎、欸、猛哎、欸！哇，这是什么、啊？哪一个？我没画到他哎、欸、哦，我想起来了，这是什么梗？这是什么？你没看过这个图吗？他说了什么？我有点忘记，还是这只国外比较好。
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咯。我贴群组。好。讲什么？这是什么？我只能照着画。我自己觉得他们没办法，他们只能发挥。哦，我知道了。这是什么？为什么？哦，这个我知道，这是在脑部里面那个剧情。怎么会有人讲出这么没有意义的话呢？啊，我记得，怎么会有人讲出这么没有意义的话？然后就脑袋里面。对。太大。为什么我没有记得我画到这张？你要问他，在我这啊，因为这样是一定是歪掉的。你要问他，不二问神奇黑羽，我尽力了。阿红，太神奇，我真的忘记手的部分。果然有人画，我好爱你。大家说他们看的超邪门的。有派大星逐渐还原化了，还原化了，逐渐变成派大星的，逐渐变好可爱了，可爱了，第一个根本是邪，好可爱啊，邪门啊，真的是邪门，你真是美，我好爱你。哦，重点还有，有钱包来了，那个巧克力哦，钱包啊，对对，里面放巧克力，巧克力，那我好爱你，我真的完全没看海绵宝宝，哎，耶，十一点喽，啊，不是要继续吗？哎，没摸黑过哎。对耶，我们来摸一下吧。最后一个吧。摸什么？那主题是什么？最后一个。主题动物类。宝可梦。啊？啊？什么？嗯？宝可梦。宝可梦好，又是宝可梦。还是还有什么？我觉得宝可梦不错啊。没关系啊，宝可梦啊，宝可梦。好。一堆百变怪，对不对？啊，那秘密是要先打字哦。可以 Steam 的游戏吗 ？Steam 的游戏哦。不行啊，你要画得出来耶，是秘密耶，全黑的耶，秘密呢？不行啊，我是游戏黑的耶，黑的呢？反正是游戏，我是游戏有300多款，要怎么选？这是打给其他人吗？你自己对，打给其他人，对，好，我想好了，不是宝可梦哦，对，好，都好了哦，我要搞死大家，好，开始。我觉得我打错字，没关系。爱国家的学校，打简单一点好吗？我打很简单。欸，我每次打这三个字一定错两个字的，就跟我现在打黑鱼的鱼，还是会变下雨的鱼。我不懂，他是不是讨厌我？怎么？我靠呗！好，哎，哦，这我啊，算了。注意哦。他长怎样？他长得好难哦。哎，他有刺刺的吗？眼睛在哪里啊？这根本就间接在委托吧！我的天。啊，不管了，就这样画完了。那怎么画啦？哎，等一下，我是画错字了，还是 Google 一下好了？我拿的是铅笔吗？哦，没有，我没有画错字，吓死我了。OK。我好了。好了，我还没好，我不会好，怎么办？他长这样子吗？我画到哪里了？那凯西，你画到什么？武道手撕，一定是你。我画这个，大家看出来吗？这我画不出来。我好像画太上面的，长这样子吧？应该是这样吧？我不确定有没有对准，欸，我看不到我画什么东西。啊，我打什么？这是他的头发还是什么东西啊？嗯，画是这个。好，反正也没办法填色，就这样。出的没良心欸，还有谁没好呢？我忘记按了，我是画。哇哦，哦，要猜哦，啊，这题好有良心哦，
好有良心哦！刚刚有人超没良心的，应该是喵哈哦。那为什么？三个字对不对？你要画三个是不是？还是四个？你第一个笔画最少对不对？对。这个吗？哦，看，哎呀，等一下，我又抽到他。放屁啊！不是，这个我上一次画错变种，所以我这次要看清楚它到底是哪一个。呀，到底是哪一个进化的形态啊？啊，是这一只哦。哦，这只应该没错。哎，死定了。OK， 好了，做了，好了，棒，不愧是黑色，不愧是那个隐秘，大家都毫无眷恋。好的，好了，就这样了。不管了，就这样。哦，好强哦！我只记得旧的。操嘞！它是长这样子吗？是什么啊？是叫这个名字吗？哦，对，对对对。应该是了，我没打到。哦，我可以重取吗？我会不会打错？我就个没切输入法。然后就开始，我们那个就要开始对应的输入法。应该没。哇塞！哇，这字全错。哦，这是进化版的。那应该是拿到我的。没事没事没事。这个好强啊！这人好厉害啊！我看一下，有点难画。奇怪，在哪里啊？应该在这里吧。它的颜色到底是绿色还是蓝色？我天哪！随便了，随便了，随便就这样，就这样了。我没有画眼睛。对，我也没画眼睛哎。算了。眼睛在哪里啊？应该在这里。完了。没关系，我也没画眼睛。那我随便画个眼睛，等下应该会撇掉。我也撇掉了，刚眼睛在找调色盘，忘记眼睛在哪。直接自暴自弃，把那个眼睛画在右下角。那我画再画十个眼睛好了。怕爆！你三个吗？纸娃娃系统自己选。这个系列根本就是我是谁？藏贤一。是谁？藏贤一。为什么是一啊？我看过那个梗图。反正这样子应该会画到任何一个对的位置吧。我画很多眼睛欸。我是谁？是谁？有一个人。通灵，忘记了。哎、欸，原来没有。越大都很快。来，注意哦，反正你，哦，是你出的。Yeah. 很厉害，繁星屌！哇塞，这阿怎么做到的？繁星真会，太神了，猛哎！哦，有，没有有没有？火箭队！哎呀，哇，这个吻，哎，哦有颜色，哇，好准哦，好准哦，强哦！妙蛙花，哎，这个字是对的哎。好难，画面好强哦！他有三个鼻孔，妙，我全错，一个字，很厉害，好屌，竟然有画到对的位置，好屌！但我挖打错，我没发现，我没发现，好厉害，好厉害，很强哎，有中有中，这个太超强，卡拉卡拉，原来是卡拉卡拉。对，对啊，哦哟，你的眼睛竟然抓得到，太屌了！卡拉卡拉，好可爱，好可爱！嘎啦嘎啦，进化了，进化了！哎，我这有画对位置，你说鼻孔还是眼睛？鼻孔。舞蹈雄狮连击啊！自来打错，什么东西？这到底是什么？就是舞蹈雄狮是那个，
我猜不出来，我猜不出来。题目直接改，我帮你直接改题目。我改进化了，没有同一个字啊，翻译问题对不对？翻译啊，对对，他后来叫魔强人猴，对对对，没错。原来说进化什么？哎、欸，有我们回来了哦，没有，其实没有，没画到。哎、欸，我没画到喷火龙、欸，要问他，要问他，哦、我知道为什么。白痴，白痴，为什么？木木香，木木香，木木香，我怎么变木木香？难怪想说怎么会有木木香？木木香，大的喷火龙，错字还一样。题目点白点错了。点不到、哦，直接无视喷火了。我怎么会这样子？我终于懂你们的意思啊！我这个会有很多眼睛，一直抓不到、這個。这个会有很多眼睛，好屌，好屌！拉普拉斯，对不起，我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画木枭了。我以为还要自己再出一个题目，然后我就画了一只木木枭啊，完全偏掉。我直接没有，我对不到眼睛的位置。哈哈哈哈哈！可是眼睛是对的耶，对对了，原本画对了。没有没有，我觉得右上角跟这个左下角，左上跟左下的都自暴自弃，我白白在试笔是不是？就想说忘记画在哪里了啊。休息啦，休息啦，耶、yeah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灵魂会走。对，那个凯吉要18进个私下场了吧？再见了，各位。旋风炮啊！再见了。啊，关台、哦、关台了。啊，有啊，行。好啦，你看那个阿没有盖到吧？啊，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那这个一样都会丢给木偶姐，那想看的话再去看。今天，哎、欸，昨天跟明天都会，哎、欸，昨天有上，啊，明天也会再上。所以有要看的话，可以再去看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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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